男人被深爱的女友陷害关进监狱，却在里面认识了一位神秘老者。传闻他是全世界最恐怖的罪犯，就连上面也只敢将他关押，不敢处死。否则将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因为他不仅拥有恐怖的势力，更有传闻称他是一名传说中的修仙者。然而奇怪的是，在监狱里，连普通人都可以随意的欺辱他。陈平实在看不惯一群人欺负一个老头，便出言制止了他们。谁知却引祸上身，被那群人殴打至昏迷。当他再醒来时， 却发现身上的伤竟然全不见了，惊奇之余却听到老者声称是他用秘法帮助自己痊愈。陈平明显是不信的，然而老者却不和他过多解释，不由分说的喂了他一葫芦的酒。陈平瞬间感觉自己头晕的不行，迷迷糊糊中听到老者似乎要教他学习医术，而他却不知道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他命运的齿轮开始了转动。原来老者真的是一名神人，不仅教会了他举世无双的医术，更是向他传授了修仙之法。陈平也没有让老者失望，仅仅三天便入门了基础功法。时间匆匆间，两年半已过。 陈平即将刑满释放，老者的一身功夫也全都传授给了他。临走之时，送给他一枚戒指，具体有什么作用，老者没说，声称这是送给他的一份大机缘，让他七月十五带着戒指去一趟东海的无名岛，到时自然会明白。看着手中这龙形的戒指，陈平一时间陷入了沉思。他的身上似乎又多了一份责任，本来他出狱以后只想复仇的呀。三年前那个叫萧磊的家伙 欺负他女友珊珊，他正当防卫给了萧磊一板砖，却被萧家动用关系，将他整整关了三年。这次出狱，他发誓一定要让萧磊付出惨痛的代价。而他不知道的是，还有一个更加炸裂的消息在等着他，那个叫萧磊的仇人，竟然即将和他的女友珊珊结婚了。与此同时的城中村中，一名瞎眼的老婆婆正踉踉跄跄的下来，几名社会人似乎在不耐烦的等待着什么。如此景象，自然引来了城中村不少人的围观。然而光头男人只是瞪了一眼， 便瞬间让所有的住户躲进了房间之中，生怕被他给盯上。这时，瞎眼老婆婆将怀中真儿重置的背包递给了光头，光头拉开背包看了一眼，随后猛地将他摔在老婆婆身上，顿时一阵哗哗绿绿的零钱散落了出来。光头不满地呵斥：“这些破烂玩意够数吗？”老婆婆着急地摸索着散落在地上的钱，这些钱刚好一万，你不信的话可以数啊。然而回应他的却是一记猛拳，老婆婆瞬间被踢飞，直到撞在身后的门框上，才停止了身形。见到老婆婆满脸痛苦的 光头不耐烦地冷声说道：“让我数。”老子没那时间，都给我换成一百的票子。这一幕连楼上的邻居都看不下去了，想要下去帮助老婆婆。然而却被媳妇给拽住了，毕竟那光头代表着萧家，他们普通老百姓根本惹不起。就在这时，女人的余光突然瞥见了一道身影，让她愣在了原地。原来是陈平回来了，而那个老婆婆正是陈平的母亲。她刚回家就看到母亲被欺负的一幕，瞬间震怒无比。听到陈平的声音，母亲激动无比，她磨砂着陈平消瘦的脸庞， 眼中的泪如同断线的珍珠一般滴落个不停，看着比记忆中苍老不少的母亲，陈平的脸上写满了愧疚和心疼。然而却被光头的嘲笑打断，这不是那个废物吗？居然没有死在牢里面，还真是运气好啊！陈平没有理会他们的嘲笑，轻轻抚母亲坐好之后，随后才看向光头等人，很好，一共四个人，今天你们谁都别想站着回去。见到陈平这副姿态，光头上前就要赏他一巴掌，却被陈平轻松躲开，随后更是以一个诡异的角度 将光头绊倒在地，甚至还能精准的控制，让其胸膛和石头相接。当场将光头给废掉，看到剩下的三人围殴自己，陈平在手瞬间连成三招，便让他们躺在地上失去了战斗力。眼看兄弟们都打不过陈平，光头挣扎着站起身来，询问陈平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陈平有些懵逼，不知道光头为什么会这么问。光头咧嘴一笑，今天是我们大少爷结婚的日子，而新娘就是你的前女友珊珊。哈哈哈哈，说谁？陈平满脸的震惊，光头却笑得更大声了。没想到吧？ 你为了他做了三年牢，他却要嫁给萧少爷了，你确定不去看看吗？愤怒，前所未有的愤怒，一股怒火在陈平的胸膛升腾而起。光头轻蔑一笑，婚礼就在富豪大酒店，有胆你就来。说罢，便带着小弟们仓皇逃离了这里。陈平不断的进行深呼吸，才勉强压下了胸膛的怒火，将母亲安顿好之后，天色已经晚了不少。陈平徒步来到了某别墅区，恰好看到了珊珊的母亲，他表情平淡的询问道：“珊珊呢？”让他出来见一面吧。 却遭到了珊珊母亲的谩骂。你快点给我滚吧！我女儿今天结婚，你这监狱出来的人太晦气了。陈平不再理会面前这个女人，他只想听到珊珊亲口告诉他真相。就在这时，一名红色头发的年轻女人走了出来，正是陈平的前女友珊珊。她说出的话语也彻底凉了陈平的心。你走吧，别再来找我了，我怕萧磊误会。陈平冷漠地看向她，这是你自己的意思吗？对，我想要过有钱人的生活。 而这些你根本就给不了我。你从牢里出来，恐怕连自己都养不活吧。看在我们以前的感情上，这几百块钱你拿去用吧。陈平挥手打落了那些钱，用低沉且冷漠的声音说道：“你会后悔的。”就在这时，一辆豪华比亚迪停在了门前。从车里下来的正是萧磊，看到陈平也在，他笑得格外灿烂。这不是陈平吗？今天刚出来啊，要来参加我和珊珊的婚礼吗？
他高傲地走到陈平跟前，是不是没有份子钱了？没关系的，到时候剩菜剩饭你随便吃，毕竟是在富豪大酒店举办婚礼呢。你不去的话，恐怕以后一辈子也不可能有机会在那里吃饭。陈平一扫之前的冷漠，突然笑了起来。本以为我出狱之后最急的事就是跟你算账，但是直到刚才，我忽然发现这件事反而不急了。我慢慢陪你玩，说罢他缓缓向着外面走去，那淡定自若的神态，仿佛真的已经将肖磊玩弄于股掌之中。 男人被冤入狱三年，没想到刚出狱就被豪车撞飞，在空中翻转两圈半后，躺在地上没了动静。直到豪车上走下一位美女，给他递上25000块钱，男人才睁开了眼睛。不过他起身后却并没有收钱，反而瞥了一眼女孩。然而就是这随意的一瞥，却救了女孩父亲的命。原来他父亲就急发作，需要赶紧前往医院救治。陈平却看出这个中年男人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5分钟之内得不到救治的话， 就会呼吸困难，窒息而死。中年男人见陈平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病因，便询问他是如何看穿的。谁知陈平却压根不想多管闲事，借口有急事想要离开。男人不禁出言道：“小兄弟若有办法救我一命，我苏文宗必定感激不尽。”陈平微微一愣：“苏文宗？”见到父亲的名声似乎好使，苏语气重复道：“没错，我父亲就是苏文宗。”闻言，陈平也不再打扰，只见他拉开车门，随后左手掐诀。 双指并于额前，待凝聚出一阵荧光之后，他的手指以闪电般的速度戳向苏文宗，短短一秒内竟戳了36下。随后他才收起了束缚，而苏文宗也感觉身体舒坦了很多。但是陈平却表示，目前不过是帮他稳定住了伤势，为后续的治疗争取了时间。苏文宗不愧是常年混迹商场的人物，直接开口询问陈平想要什么。然而这次他却失望了，原来陈平之所以选择救他，是因为知晓苏文宗常做善事，所以才顺手帮了一把。为了方便下一步的治疗， 苏文宗便邀请陈平前往他的酒店，陈平欣然同意了下来。当得知苏文宗所说的酒店竟然是富豪酒店时，陈平笑了，这下有意思了。当来到酒店之时，苏文宗的伤势明显又重了几分，陈平仅仅是帮他把个脉的功夫，他就喷出了2斤鲜血。恰巧此事被苏雨琪看到，他本身就感觉陈平这个年轻人不靠谱，所以特意请来了著名的孙医生。如今见到父亲咳血，更是一把将陈平推开，请孙医生帮苏文宗治疗。 孙医生诊断后缓缓说道：“之前似乎有人催动过苏总的免疫力，虽然能一时起效，但却加重了他的伤情。”苏雨琪脸色巨变，朝着陈平怒吼：“我父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绝对不会放过你。”陈平懒得和这种女人争吵，只是冷冷地表示：“之前我若是不出手，你父亲根本活不到现在。”而另一边，孙医生已经开始了治疗，只见他拿出银针捻了捻，然后将其扎入苏文宗的面部。陈平不禁出声：“你这样会害死人的。”孙医生怒斥：“年轻人，你是在质疑我吗？” 苏雨琪更是伸手开始推陈平，要将他赶离这里。陈平淡淡的表示：“不用你赶，我自己会走，我会在门外等你5分钟，到时候你就知道谁才能救你的父亲。”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没有了陈平的打扰，孙医生继续开始给苏文宗扎针，很快一团黑雾便浮现在苏文宗胸前，而他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本以为苏文宗会病情好转，似乎有人扼住了自己的咽喉，孙医生此时也慌了，他也不知道这是啥情况。 建议不如将苏文宗送去医院吧。苏雨琪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你就是全程最好的医生，现在你让我去医院。”孙医生闻言只能甩锅，表示一定是陈平加重了苏文宗的伤势，所以才会这样。经过提醒，苏雨琪也想到刚刚离开的陈平，那个家伙说会等5分钟，肯定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他一定有办法救父亲。医生在老人眉心插入一根银针，老人却突然睁开眼睛，随后拼命地掐住自己的脖子， 竟要将自己活活掐死。医生哪里见过这种情况，劝女孩赶紧把她父亲送医院去。女孩却急了：“你就是本事最好的医生了，你现在叫我把父亲送医院？”这时女孩的脑海中闪过一道身影，她急忙向门外跑去。果然看到了刚要离开的陈平，她急忙上前抓住陈平的胳膊，求求你救救我父亲。当陈平看到老者这副模样时，也不由得面色严肃了几分，看来要使出那一招了。随后他向一旁的孙医生要来了81根银针。 孙医生明显一愣：“你这是想把他扎成刺猬吗？”但是看到陈平严肃的表情，他还是将银针递了过去。只见陈平拿到银针后，竟然闭上了眼睛，双手中凝聚出阵阵气流，竟一时间引得周围人难以靠近。随后他突然睁眼，将手中的银针甩向苏文宗，整整81道银针，竟然精准无误地扎进了苏文宗周身的穴道之中。一旁的孙医生顿时惊为天人，抱着陈平的大腿就要拜师。苏雨琪有些不明所以：“我父亲还没醒过来呢。 你怎么知道这小子靠不靠谱？”孙医生激动地说道：“神医用的是失传已久的九转还魂针，能生死人肉白骨。”陈平没想到这医生还有这等见识，这才得知原来他是红城中医协会副会长孙子。不过他却没有过多理会，反而右手轻抬，将扎在苏文宗身上的银针统统收了回来。而与此同时，苏文宗也醒了过来。不过这却并没有晚，因为苏文宗体内的毒素还没有清除干净，假如不能及时治疗的话，
恐怕活不过三个月。陈平将一份药方递给了他，让他去收集。待药物集齐之后，便可帮他治疗。苏雨琪有些好奇，这上面的毛笔和朱砂难道也是用来治病的吗？陈平淡淡的表示，我要的可不是普通的毛笔和朱砂，而是带有灵性的灵物。说着，他将一块散发着灵气的令牌递给苏雨琪，表示需要的大致就是这种类型的。说完这些，陈平也不再耽搁，当即准备告辞。 谁知临走之时，苏文宗突然询问，不知道先生现在住在哪里。陈平下意识地回道：“就在幸福里小区。”怎么了？苏文宗连忙说道：“这张卡里有1000万，另外我正好有套房子空置，就一起送给陈先生吧。”而那房子上赫然写着盘龙湾三个大字。陈平自然是知道盘龙湾的，能住在其中的人非富即贵，有钱都买不到。苏文宗的这礼物未免有些重了。 苏文宗哈哈一笑，陈先生莫不是觉得我的命还不值这些身外之物？陈平想到，假如他不收的话，恐怕苏文宗也不是很放心。于是便将其收了下来。而就在这时，外面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吵闹的声音。苏文宗皱眉询问外面怎么回事。酒店经理尴尬挠了挠头，今天是萧家公子结婚的日子，所以才会略显吵闹。陈平对此倒是没有多说什么，准备先就此离去。谁知好巧不巧，他刚出门就看到萧磊和珊珊迎面走来。能在这里见到陈平。 萧磊也是一愣，随后笑道：“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敢来，该不会是来婚礼上蹭吃蹭喝吧？”而跟在两人身后，珊珊的母亲更是指着陈平的鼻子一顿骂，其声音之响亮，整层楼的人都能听得见。陈平虽然有些恼火，但是并不想和他们计较，径直向着门口走去。谁知萧磊却不肯罢休：“给我拦住他！今天我就是要让这个废物亲眼看着他最心爱的女朋友嫁给我。”陈平转过身，冷冷地看着他：“你确定要让我参加你的婚礼？” 萧磊却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不错，我就是要让你知道，跟我斗的下场。陈平叹了口气，那可真是太可惜了。你们今天的婚礼恐怕是办不成了。哈哈哈哈，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办不成这个婚礼。不过萧磊也不是真的傻，他吩咐保镖多带几个人盯着陈平。稍有异动就把他给按下。然而他还是低估了陈平。从陈平推开婚礼现场的门那一刻，这场婚礼就注定举办不成了。同学们都知道他被女友戴了绿帽子，可是谁都没有想到。 他竟然还会来参加女友的婚礼，尽管他看起来面色冷漠，不是很开心，但是同学们可不会在乎他的感受。一名女生笑着说道：“老同学怎么不笑了？是天生不爱笑吗？”傅伟表示：“人家当年可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会主席，只是可惜啊，刚毕业就成了劳改犯。”说着，他搭上陈平的胳膊：“咱俩当初可是舍友，看你这样子，一定还没工作了。我刚好在环卫那里有熟人，公园的公厕缺个管理员，怎么样，有兴趣吗？” 女生掩嘴轻笑：“你可别胡说，人家堂堂学生会主席怎么能去掏厕所？我看还是扫马路更合适。”两人看似在和陈平聊天，实则声音极大，三言两语间便暴露了陈平的所有底细。这瞬间让在场的宾客议论纷纷。陈平不禁也有些恼火：“如果你们今天不想被抬着离开这里，最好给我闭上嘴。”傅伟冷哼一声：“女朋友都要嫁给别人了，你都不敢吭声，在我们面前装什么？”话还没说完，他的脸上就挨了一巴掌。陈平，萧磊彻底暴怒。 这货竟然敢在自己的婚礼上打人，当即一群保镖从他身旁冲出，准备狠狠地教训陈平一顿。陈平却缓缓站起，背负双手而立，嘴角扬起一抹微笑，不见他有任何动作。场中却突然传来一声闷响，将他围住的保镖竟然纷纷被击飞。此等手段一看便不是常人所能拥有。萧磊见状不禁怒骂：“一群废物！还好他父亲有些见识，认出陈平是个练家子。”不要轻举妄动。这时酒店的保安被刚才的动静吸引，一股脑冲进了房间。为首的保安怒吼道。 是谁敢在富豪酒店闹事？而刚才陈平的真气外放也引得酒店一阵摇晃。苏文宗疑惑道：“萧家不是在举办婚礼吗？怎么感觉是想把我的酒店拆了？”酒店经理满头冷汗。苏总听说是有人砸场子，而且还打伤了人，竟然敢在我的酒店砸场子！我倒是要看看谁这么大胆。考虑到父亲大病初愈，不能生气，苏雨琪决定替父亲走一趟，将此事处理掉。另一边，酒店保安们已经准备将陈平赶出酒店。谁知萧磊的父亲却将他们拦了下来。 他想要的可不是将陈平赶出去那么简单，于是便让保安赶紧滚。面对嚣张跋扈的萧家，保安哪敢说半个不字，当即带着人撤离了这里。而萧磊也露出了富二代豪横的姿态，声称今天就要了陈平的命。说罢就对着陈平出手，陈平却挥手间便打开了他的拳头。就算你再怎么嚣张，也终究是个废物。他仅仅是随意的一挥，就将萧磊的手打成骨折。萧磊痛得躺在地上嗷嗷直叫，看着宝贝儿子痛苦的样子，萧磊的父亲简直心疼坏了。 随即转过头，恶狠狠地瞪向陈平：“年轻人，你有取死之道！”萧磊状若癫狂的怒吼：“我要他死，要他死！”就在此时，苏雨琪走了进来。萧伯伯，发生什么事了？萧父指着陈平诉说起刚才的事情。苏雨琪这才发现，闹事的人竟然是陈平。看着貌似相识的两人，萧父脸色阴翳地问道。雨琪侄女认识这个狂徒。苏雨琪没有接话，而是缓缓走向陈平：“萧伯伯，这其中可能有的误会。”陈先生可是我父亲请来治病的高人，珊珊瞬间不乐意了。
你在撒谎！这家伙今天才从牢里出来，以前也没学过医，怎么可能突然会医术？苏雨琪冷哼一声，陈先生会不会医术，你还没有资格来评判。我没资格，大学我俩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每次生病都是他陪我去的医院，要是他会医术，我怎么可能不知道？萧父神色郑重地看向苏雨琪，小侄女，你父亲的病我可以请国外的专家来诊治，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再插手了。 说话间，他点了个手势，身后的保镖则开始关上房门。苏雨琪自然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但是依旧挡在陈平身前。毕然决然的要保下他，看着冥顽不灵的苏雨琪，萧父心中早已怒火中烧。小丫头，要不是看在苏文宗的面子上，你早就跟那个小子一起去见阎王爷了。再给你一次机会，给我让开！看到苏雨琪坚定的眼神，萧父不再犹豫。 他周身气势爆发，对着苏雨琪就是一巴掌，其动作之快犹如闪电。普通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然而就在那手掌即将命中苏雨琪时，却被人用两根手指轻轻夹住。陈平淡淡的说道：“打女人可不是什么好习惯。”萧父抓着隐隐作痛的手面，露惊骇之色，大声喊道：“都给我上！杀了这小子，我赏金100万！”顿时，一群保镖直奔陈平而来。陈平脸上丝毫没有惧意，准备放手一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根拐杖重重的杵在地上。 然后一道不怒自威的老者声音传来：“我看你们谁敢动！”众人纷纷转头看去，来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苏文宗。仅仅只是一个名字，就将本市知名的富豪吓得冷汗直冒。只因虎爷这个名字代表着本市最凶悍的势力。原来刚刚苏文宗想替陈平出头，萧父冷笑一声：“老东西，你别忘了，去一堂的虎爷可是欠我们萧家一个人情。”听到虎爷这个名字。 苏文宗脑海不禁闪过一道恐怖的身影，看到失神的苏文宗，萧父上前威胁道：“你现在带人离开，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毕竟这么珍贵的人情，他可不想浪费在一个废物身上。不用再试探了，今天陈先生我苏某人保定了。”萧父有被气得不行，好好好，老东西你给我等着。说罢，他狠狠按下了手机上的拨号键。待挂断电话后，萧父不禁硬气了几分：“虎爷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苏文宗你给我等着吧。”没过多久。 房门就被一只尖头皮鞋踹开。当看到来人时，整个大厅都寂静了下来。林天虎目光所过之处，无人敢与其对视。这就是林天虎常年以来攒下的威望和气势。萧父急忙上前鞠躬行礼，随后指向陈平：“需要您解决的就是那个小子。”苏文宗还想上前说上两句，林天虎却目露不悦之色：“让开！我不说第二次。”此言一出，苏文宗瞬间愣在了原地，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好陈平将两人拉到了旁边，选择独自面对林天虎。见到陈平还有些胆量，林天虎不由得对他高看了几分，准备留他一条命。随即吩咐小弟废掉他的胳膊。然而小弟的这拳却被陈平轻松躲过，更是用手将其拳头抓住。林天虎却愣住了，他一脚将小弟踹开，然后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对着陈平拱手道歉：“陈平一愣，你不准备废掉我的胳膊？”林天虎谄媚的表示：“我怎么敢废掉陈先生的胳膊？” 陈先生有事尽管吩咐。陈平看向一旁的萧磊：“我来之前就说过，今天我来了。这场婚礼就办不成。”林天虎连忙转头怒吼：“这场婚礼取消！”萧磊和珊珊瞬间感觉晴天霹雳，这可是他俩的婚礼啊！萧父上前小声问道：“虎爷，是不是搞错了呀？”林天虎却没有理他，而是吩咐手下开始清场。珊珊临走时不甘的喊道：“陈平，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嫁给萧磊了？别做梦了，我永远不可能和你在一起的。”珊珊母亲也怨毒的说道：“咱没有必要理这个劳改犯。” 像他这样的人活该单身一辈子。这时，苏雨琪却在陈平身后说道：“陈先生，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能当你的女朋友吗？”陈平以为他是想帮自己解围，便笑了笑：“谢谢，其实没必要。”可他话还没说完，苏雨琪就止住了他：“陈先生的意思我知道了，我会继续努力的，努力让你接受我。论美貌和身价，苏雨琪明显比珊珊好太多，所以他此时对陈平的告白。” 将珊珊母女俩差点气死，待清场之后，陈平又和林天虎对视了起来。他知道这时才是决战的时候，想怎么样？尽管来吧。可是下一秒，林天虎突然单膝跪地，属下聚义堂林天虎拜见店主。紧接着，他身后众人齐齐下跪高喊拜见店主。这一幕反倒把陈平给整不会了。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经过林天虎解释才明白，原来佩戴天龙令的就是天龙店主，而陈平手上的那枚龙形戒指就是传说中的天龙令。而所谓的聚义堂。 其实是天龙殿的堂口之一，天龙殿一共13个堂口，并且在世界各地还有分舵。不过因为所有分舵和堂口互不知情，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天龙殿的存在。面对突然获得的一股势力，陈平犹豫之后，还是选择将其收下，这样以后办事或许会方便很多。第二天，陈平就带着父母准备带他们住进苏文宗送的房子里，谁知刚来到小区门口，就被保安拦了下来，因为他们的出租车实在太耀眼了。
陈平无奈只好拿出房卡让保安查看，保安一眼就认出这是山顶别墅的钥匙，那可是苏总买下的房子。不禁询问陈平从哪得到的钥匙，而就在这时，宴会上嘲讽过他的女人出现在旁边，这不是陈平吗？你还真是个人才，这种谎话都能编得出来。你知道这里的房子有多贵吗？傅伟也是露出一脸的不耐烦，你们赶紧把他赶走，他可是个老改犯，让人知道的话恐怕会影响你们小区的声誉。两人此话一出，保安们纷纷感觉陈平有问题，隐隐有将他赶走的趋势。 傅伟则是笑着看起了热闹，哈哈哈哈，还不快点带着你那瞎子老妈还有扫大街的老爹滚蛋！陈平瞬间暴怒，他神色不善的看向傅伟，然而不知实情的傅母，还以为陈平真的是来丢人现眼的。此时被人拆穿之后，父亲感觉异常的丢人，让司机赶紧开车原路返回。陈平让二老再等一下，表示他真的在这里有套别墅。恼羞成怒的父亲却根本不听，还等什么？等别人把我们赶走吗？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吗？就在这时，一辆粉色的豪车来到了小区门口。 来人正是苏雨琦，原来他刚准备过来通知盘龙湾的物业关于陈平的实情，结果却没想到陈平先来了，急忙笑着向陈平表示抱歉。陈平看到苏雨琦还亲自跑一趟，也有些惊讶。随后他向父母介绍起苏雨琦，表示他就是将房子借给自己的人。而苏雨琦表现得也很落落大方，引得二老十分的开心。就这样，苏雨琦开车带着三人驶进了小区，而他们进入小区之后，也被之前进入的傅伟几人看到，讪讪转头询问道：“我让你找的人怎么样？” 傅伟狰狞地笑了起来，我找了一群专业的打手，这次陈平死定了。这是一块生锈的铁片，男人却花10万买了下来，紧接着就要将它掰成两半，众人顿时诧异不已，难不成这铁疙瘩还有什么秘密不成？就在下一秒，男人手中的铁片竟然发出了阵阵通透的绿光，天哪，这竟然是翡翠帝王绿！这小子发财了，而此时老板的眼睛都直了。 他甚至不惜拿出眼药水，上演了一出大戏，才将这块铁片以10万的高价卖了出去。没想到卖出去的垃圾竟成了宝贝，他只好卑躬屈膝地询问陈平，能不能将这块玉再卖给他。陈平果断地拒绝了他，你刚才骗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老板见状也不装了，当即叫出傅伟等人，准备将陈平收拾一顿。看到老熟人出现，陈平恍然大悟，我说怎么一进来就被人盯上了？原来是你串通这些人想给我下套。 看着陈平手中的帝王绿，傅伟咬牙切齿道：“为什么每次你的运气都能这么好？”而胖子老板早已不耐烦地吼道：“别唧唧歪歪了，赶紧给我把翡翠抢回来！”伴随着他的声音落下，傅伟和小弟们纷纷开始出手抓向陈平，可是他们根本不是陈平的对手。仅仅两招就被全部放倒。老板见状也是一惊，于是威胁道：“你知不知道古玩界是聚义堂的产业？我堂兄可是聚义堂的人。”陈平悠闲地坐在傅伟身上：“聚义堂很可怕吗？”这时，一个刀疤脸的男人走了过来：“谁不怕我聚义堂啊？” 此人名为刀疤，是虎爷的手下，更是胖老板的堂兄。他冷冷地看向陈平，让他将玉石交出来。陈平扬了扬手上的戒指，认识这个吗？刀疤一脸不屑，一个破戒指有什么好认的？快把玉石交出来！陈平略感无奈，聚义堂现在是他的手下，直接动手肯定不合适，便让刀疤把林天虎叫过来。刀疤看到陈平这副嚣张，且完全不将他放在眼里的姿态。 顿时怒从心中起，对着陈平就是一拳。谁知陈平却眼神一凝，刀疤的身形突然一滞，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动不了。陈平表示：“你要是不打，我可就自己给他打电话了。”刀疤意识到自己不是陈平的对手，只好选择给林天虎打去电话。此时的林天虎还正在休息，听闻有认识自己的人在古玩街闹事，手上还有一个龙形戒指，他瞬间激动地站了起来，让刀疤一定要伺候好陈平，自己马上就到。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胖老板悄悄地告诉刀疤，那人说认识虎爷肯定是假的，我看他就是在装。谁知刀疤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其力道之重，直接让胖老板掉了一颗牙。刀疤怒骂道：“你竟然敢坑我！要是这次我出事了，你也别想活！”没多久，林天虎就赶了过来，他一脸谄媚地给陈平行了个礼，然后询问其事情的经过。陈平意有所指地说道：“你们这古玩街好像不太干净啊！”林天虎一把掐住刀疤的脖子，询问到底怎么了。刀疤果断出卖了胖老板。 什么货色也敢在我这里撒野？刀疤举起棒球棍就要将胖老板打一顿，谁知还没动手，他就被吓尿了，因为实在太恶心，所以最终还是没下得去手，让人将胖老板拖出了古玩街，以后都禁止他再进入这里。处理完这些事，林天虎才询问起陈平来这里是有什么需要的吗？原来陈平本想来这里寻找灵笔和朱砂，好用来治疗母亲的眼睛，结果却发现这条街似乎并没有自己想要的。 当即转身就走。不过就在这时，林天虎却表示有个人或许知道哪里有这种东西。这句话瞬间引起了陈平的兴趣。不久之后，两人就来到一处庄园之前，一名身穿华丽衣服的老者缓缓走出，他正是这次林天虎带陈平来见的对象，人称古老。相互介绍一番后，古老将两人请进客厅。谁知刚一进门，陈平就发现了异常。
最中间竟然摆放着一张龙椅，其上的九头龙更是拥有着猩红的眼眸，而古老却仿若未闻，径直坐了上去。传说中上古一地的龙椅竟被一个老头收藏放在家中，而少年见到此物竟要用纸钱引火之法将其烧掉。听闻陈平是想要带有灵性的毛笔和朱砂，古老皱眉微思。林天虎连忙说道，古老放心，价格方面一定会让你满意，见外了虎爷，要是我真有，送给这位小友又如何？随后他话锋一转，虽然我这里没有，但小友可以去老一点的道馆找找，那里或许有你想要的东西。陈平谢过古老之后，感觉这老头人也是不错，看着龙椅不断侵蚀着古老的身体，陈平询问他这张龙椅从何而来，古老脸上闪过一抹得意，难不成小友看出这张椅子的不凡之处了吗？然而陈平却语出惊人，建议古老将这把椅子烧掉，或许还能多活几年。古老脸色瞬间难看了下来，你什么意思？你这是咒我吗？看着激动而起的古老，林天虎连忙上前劝说，随后看向陈平，陈先生，古老不是外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陈平指了指椅子解释道，这张龙椅上充满了怨气，恐怕曾经的某位天子就是死在这龙椅之上，龙头上颜色的差异就是证据。古老却觉得陈平在胡扯，这龙头的颜色明明就是氧化的痕迹。陈平叹息一声，假如你还不听劝，你那蟒蛇缠身的噩梦如果继续下去，迟早会窒息而亡。一向稳重的古老竟露出惊慌之色，陈平竟然知道他做噩梦的事情。陈平继续说道，你梦中的蟒蛇就是椅子上的九龙，如今虽怨气缠身，好在还未彻底化为黑煞，否则大罗金仙都救不了你。此时古老的眼神惊恐了起来，颤抖地询问陈平该如何是好。陈平反问，你现在不当我是骗子了吗？古老急忙拱手道歉，祈求陈平出手帮忙。林天虎也悄悄地告诉陈平，能帮的话最好帮一把，以后咱们或许还有地方需要古老帮忙。陈平闻言也不再坐视不管，伴随着术法的催动，龙椅上散发出阵阵紫色煞气，随后更是途中探出九条金龙，只是他们皆是眼眸猩红，直奔陈平而来。然而陈平却丝毫不慌，只见他左手迅速探出，竟然便将那些金龙消灭，随后更是猛吸一口，竟然将那些煞气全都吸入体内，最后更是打了个饱。而此时古老已经被惊出了一身冷汗，刚才那一幕实在太惊吓了。随后他对着陈平深深一拜，已经是彻底被陈平的记忆折服，更表示明天会在富豪大酒店摆下宴席，届时会邀请红城各大名流参加，到时会将陈平引荐给众人认识。陈平还没什么反应，林天虎反倒率先替他答应了下来。待离开古府，林天虎才说起刚才的事情，他替陈平答应下来也是为了陈平方便在红城行事。陈平微微一愣，不是说你们聚义堂是红城的土皇帝吗？难道还有你摆不平的事情？林天虎尴尬地笑了笑，表示事实并非如此，聚义堂的对手还是挺多的，红城的赤龙帮，特别是他们当家的冯四海最近学了硬气功，他恐怕已经不是冯四海的对手了。陈平无奈地表示，真遇上什么麻烦可以来找自己。林天虎眼睛一亮，等的就是店主你这句话了，区区冯四海根本不在话下。经过一夜的练功，陈平将那怨龙之气已经彻底吸收，并且成功突破了炼气五层。就在这时，母亲敲响了房门，说是苏雨琪来找他了。陈平不禁有些纳闷，这丫头大早上来找自己干什么？谁知苏雨琪却神神秘秘的，没有告诉他具体干什么，反而一把抓着他的手向着外面跑去。直到一个小时后，陈平才明白，原来苏雨琪是想帮他买衣服。陈平本想推脱，但是苏雨琪却连推带就，硬是将他推进了换衣间。两分半后，帅气逼人的陈平穿着黑白相间的衣服走了出来，苏雨琪是越看越喜欢，随后便带着陈平刷卡付款。看着3万的价格，陈平心中一阵突突，这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付过钱后，苏雨琪突然有点想上厕所，便让陈平稍微等一下。然而就是这么一幕，却被来逛街的珊珊和闺蜜看到。闺蜜兴奋地拉过珊珊，那边有个帅哥，看着185的背影你死了。说完便开始补妆，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她在背后拍了拍陈平的肩膀，帅哥，在等人吗？女人和闺蜜逛街搭讪帅哥，却发现男人是闺蜜的前男友，两人瞬间恼羞成怒。珊珊更是怒骂男人不要脸，穿的人模狗样的出来钓妹子，骂完顺便往陈平的衣服上吐了一口。就在这时，苏雨琪走了进来，怒骂珊珊一个野鸡，有什么资格评价陈平。然后她看向陈平身上的污渍，语气森然地询问珊珊，是你自己动手擦干净，还是要我教你怎么做？珊珊虽然畏惧苏雨琪的身份，但是并不想就这么示弱，别以为你是苏家大小姐就能随意欺负人。苏雨琪却强势地表示，我让你擦干净听不到吗？还是要我教训你一顿不成？一旁的闺蜜想要帮忙擦干净，苏雨琪却阻止了她，你算什么东西，我的男朋友也是你能碰的。珊珊不禁咬牙切齿地吼道，你仗着有钱有势就欺负我们普通人，大家快来看看呀，苏家大小姐欺负人了。谁知苏雨琪反手就给了她一巴掌，废什么话，我现在让你去擦掉。只见苏雨琪冷冷盯着珊珊，珊珊虽然气愤无比，但是此刻却只能选择妥协。然而陈平却一把抢过纸巾，自己擦了起来，并且嫌弃地表示，我怕你的手脏了我的衣服。说完便拉着苏雨琪离开了这里，这把珊珊气得牙痒痒，
发誓一定不会放过他。走出商场之后，陈平询问苏雨琪今天怎么这么泼辣，这可跟他苏家大小姐的身份不符。苏雨琪表示，就是看不惯珊珊那副得意的模样。随后他怯生生地询问陈平，你该不会是被我吓到了吧？陈平微微一笑，没有的事，我反而觉得你刚才的模样非常吸引人。不过你现在总能说说，把我打扮成这样，究竟是要去哪里了吧？陈平这才得知，原来苏雨琪听说古老今天邀请了红城所有的上层人士，所以特意准备带陈平去见见世面。陈平闻言却差点笑了出来，这不是巧了吗？不过他也没告诉苏雨琪真相，准备到时候给他一个惊喜。与此同时的富豪酒店门口，肖磊和他父亲已经来到了这里，而以肖家的地位，也只有肖父才能进去，肖磊根本就没有进去的资格，只能在门口等待肖父。没过多久，苏雨琪和陈平也到了，因为陈平没有邀请函的缘故，所以苏雨琪便让陈平稍等一下，他要进去安排一下。而这一幕刚好被肖磊看到，他自然不会放过嘲讽陈平的机会。珊珊更是故技重施，再次给陈平的衣服上吐了一口。陈平冷冷地瞥了他一眼，看来你还真是不长记性啊。肖磊对于上次的事明显有些害怕陈平，但是珊珊却不管那么多。没了苏雨琪，你以为我会怕你这个废物吗？而陈平的帅气也引得周围来参加聚会的众人一阵好奇，因为在红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里并没有见过他。肖磊笑嘻嘻地替众人解开了疑惑，这家伙是我女朋友的前男友，当了三年的舔狗，被我弄进牢里后这两天才放出来。陈平冷冷地瞪了一眼两人，随后不再说话，不想将时间浪费在这种垃圾身上。珊珊却继续开口大骂，你脸皮可真厚，都这样了居然还有脸待在这里。这时苏雨琪走了出来，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吵，原来又是你这只野鸡在这里叫嚣。珊珊表示，我们这次可是来参加宴会的。苏雨琪先是一愣，随后笑了起来，参加宴会，你怎么还站在这里，恐怕是没有请柬吧。说完他拉着陈平的手向着酒店走去，随后更是吩咐保镖不要将这俩人放进来。而此时的酒店内，古老和林天虎已经等待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却始终没有看到陈平的身影。不过在陈平到来之前，古老率先走向肖府，直接将其给赶了出去，这让众人顿时议论纷纷，不知道肖家是得罪了古老，还是和古老今天邀请的人有关。而此时苏雨琪和陈平也已经从后门走进来，苏雨琪建议先待在没人注意的角落，等宴会开始之后再往前面凑一凑，谁知陈平却拉过他的手，既然来了，咱们不如大大方方地走进去。随后拉着苏雨琪大步向客厅中央走去，这让苏雨琪惊慌不已，连忙拉住陈平想要解释一番，没想到在两人拉扯之中，不小心一头撞进陈平怀里。而这一幕正好被古老看到，苏文宗还以为因为宴会上出现了外人引起了古老的不满，急忙向他道歉，古老，是我安排不周，让下人闯了进来，还请古老见谅。古老微微一震，你说陈先生是你的下人，掌控整个红城地下势力的气功大师，竟被少年用一根牙签破功。就在刚刚，苏雨琪带着陈平偷偷溜进了古老举办的宴会之中。苏文宗见状急忙向古老解释，一不小心让下人闯进来了，还请古老见谅。古老却带有深意地看向陈平，你说陈先生是你家下人？苏文宗一脸懵逼，古老怎么会称呼陈平为陈先生？却见古老已经和陈平握手，这才知道原来陈平就是古老今晚要邀请的贵客。伴随着陈平的到来，宴会也正式开始，一时间众人相谈甚欢，甚至就连陈平和苏雨琪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在门口的肖磊就没那么舒服，在门口等了没多久，就看到父亲走了出来，他急忙兴奋地凑上去询问是不是可以进去了，谁知回应他的却是父亲的一巴掌，没看到我都被赶出来了吗，你还想进去？被打的肖磊一脸懵逼，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被赶出来了。而肖父被赶的消息也让周围人对父子俩议论纷纷，只好选择先开车离开这里。他们刚走没多久，宴会里也迎来了不速之客，房门被人一脚踹开，一众混混模样的人走了进来，见到突然闯进来的这些人，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惊，而古老更是脸色一冷，身边的保镖唐龙直接起身，从腰间抽出一把半尺长的砍刀护在古老身前。苏文宗见有人冲了进来，急忙呼叫保安，怎么会把这群人给放进来，不用喊了，你的人今天一个都进不来，来人冷冷地说道。看到来人，苏文宗面露震惊之色，而陈平则是冷冷注视着此人。只见一名衣着华丽的中年人缓缓走来，来人赫然是林天虎的死对头冯四海。苏文宗上前大声质问，冯四海，你不知道这是古老举办的宴会吗，居然带人闯进来。而冯四海并没有理会他，快步走到古老身前，双手抱拳，古老，在下无意打扰你，今天只是为了林天虎而来。古老满脸冷意，你要找谁我不管，但是我的宴会岂是你能闯的。古老，我不想得罪你，但也不打算放过林天虎，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冯四海不卑不亢地说道。混账！古老猛然一拍桌子，你这是想跟我作对。古老话还没说完，林天虎就一步站了出来，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既然是冲我来的，今天我全接下了。冯四海笑了，只要能在这里解决掉林天虎，以后红城就是他说了算。此时古老已经怒气冲天，冯四海的行为相当于把他的脸当鞋垫子踩。听见古老的怒吼，唐龙整个人一跃而起，稳稳地落在了冯四海身前，
你连古老的面子都不给，这是在自寻死路。冯四海眉头一皱，看向唐龙：“论武艺，我们在伯仲之间，但别忘了我还有几十名手下在，两人都是五道高手，且修为都在五五开之间。”唐龙一时间竟然和冯四海僵持在了一起。林天虎身为道上大哥，自然是懂规矩的，冲上前去就要和冯四海单挑，谁知仅仅轰出一拳，却已来迟钝，速速到飞出。林天虎脸上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冯四海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吗？不服输的他拿起椅子砸了过去，根本不理会林天虎的攻击。原来他早已练就了防御无敌的硬气功，再一次将林天虎震退以后，冯四海周身气势涌动，随后高高跃起，对着林天虎就是一记侧踹，仅此一击便将林天虎踢出十几米远。一旁的陈平微微皱眉，林天虎毕竟是他的人，这事必须要管。然而就在这时，唐龙却突然出手，作为老大，他有必须拿下冯四海。几番交手之后。 陈平已经看出唐龙不是冯四海的对手，便让其退下，交给自己。然而苏雨琪却拦住了陈平，生怕他会受伤，毕竟在苏雨琪眼中，陈平只是个医术高超的医生，怎么可能打得过冯四海？陈平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放心吧，我有分寸。苏雨琪却不依不饶，扑进了陈平的怀里，温柔地说道：“别去了吧，我不想让你冒险。”而就在两人默契的时候，唐龙又一次和冯四海交战在一起。不得不说，唐龙确实有几分本事，竟然能和冯四海打得有来有回。 然而他却不知道，冯四海是在等待机会。就在他以极快的速度出拳之时，冯四海却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只见他突然携带能量出拳，仅仅一击便将唐龙震飞，其拳头所带的力道更是让唐龙丧失了战斗能力。众人顿时震惊不已，没想到冯四海这么可怕。更让人惊恐的是，冯四海自报家门，声称他的硬气功是跟著名的叶逢春大师学的。陈平不禁询问林天虎，这位叶大师是何人？ 这才得知，原来叶逢春是一名古武大师，拥有着斋叶商人的能力。陈平随手从桌子上拿起一根牙签，斋叶商人是像这样吗？说话间，他手中牙签飞出，狠狠地扎进了冯四海的胳膊。冯四海面色不经一变，是谁偷袭的我？陈平缓缓从人群中走出，是我。男人只是穿着一双拖鞋，就轻松击败了红城市第一高手。然而面对他的权力一击。 身前的年轻人竟仿若未闻，就在男人的拳头触碰到年轻人衣衫瞬间，只见场中竟传出了清脆的咔嚓声，他的胳膊竟诡异的弯曲了起来。冯四海痛苦的哀嚎，他的面色狰狞无比，想不明白这个年轻人怎么会自己师父的硬气功。陈平却面露不屑之色，你那所谓的硬气功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罢了。说话间，他一掌探出。 仅仅凭借掌风就将冯四海给击飞出去，陈平这可不是硬气功，他这是修仙之法。别说冯四海的一拳，就算是子弹都不能穿透陈平周身的护体，在小弟们的搀扶下，冯四海才能勉强站起。陈平并没有再次出手的打算，告诉冯四海，如若不服，改天可以带着你师父一起来找我。林天虎见陈平竟然真的要放了冯四海，上前小声的劝道：“陈先生，不能放虎归山啊！”然而陈平却没有理会。 因为他放冯四海是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待冯四海离去之后，陈平瞬间成为场中的焦点，各种阿谀奉承不绝于耳。就连古老也对陈平赞叹有加。然而苏雨琪却突然在陈平的胳膊上拧了一把，责怪他会武功却不告诉自己，害自己担心。谁知刚刚还勇猛无比的陈平，却突然喊疼，并且表情异常夸张。苏雨琪有些慌了，吓得急忙松开了手。我也没用力啊，你没事吧？陈平装作很痛苦的样子，眼神中满是埋怨的看着苏雨琪。 我刚刚被那冯四海打出了内伤，之前不过是在强撑罢了，伤哪里了？我看看，快给我看看！苏雨琪惊慌失措地查看着陈平的身体，看样子都快哭出来了。陈平却嘿嘿一笑，经过你刚才一摸，我的伤全好了。苏雨琪这才明白自己被耍了。然而陈平却见势不妙，已经提前开溜，看到他俩打闹的一幕，古老别有深意地对苏文宗说道：“你们苏家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苏文宗当然明白古老的意思，连忙谦虚道：“还要多靠古老照顾。” 古老哈哈一笑，我看以后应该是你们苏家照顾我才对。而此时盘龙湾这边，陈平的父母正绕着别墅逛，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能住上这样豪华的房子。两老正在感叹唏嘘之余，一名不速之客却找上门来。男人自称是苏雨琪真正的男朋友，并且还是青梅竹马的那种。陈平不过是借着救命之恩威胁苏家，才获得了如今这套房子，并且对着二老威胁道：“假如你们陈平再和苏雨琪这样下去，我可不敢保证他会不会受伤。”二老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 眼中既有担心又有忌惮，毕竟人家说的都是实话。他们家不过就是个普通家庭，陈平也不过就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而这时，男人拿出了一箱钱，让二老离开这里，这样对大家都好。二老的脸上却并没有喜悦，反而是浓浓的屈辱。男人根本不看他俩的反应，转身就要离开，顺便警告道：“要是等到我赶你们走，可就别怪我无情了。”没过多久，陈平就接到了父母的信息，然后他急忙赶回了老房子。刚进门就询问父母怎么搬回来住了，难道是盘龙湾住的不习惯吗？谁知父母却突然说道：“与其是个好女孩。”
你不能因为救了人家一命，就借此要挟人家。我们家跟苏家不是一路人，你以后还是踏踏实实进厂打螺丝吧。看到父亲欲言又止，母亲唉声叹气的样子，陈平眉头微微一皱，妈，是不是有人跟你们说什么了？母亲却劝陈平，把盘龙湾的房子还给人家吧。妈不求你荣华富贵，只要能够平平安安成家立业就好。陈平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好表示一切都听妈的。见到陈平这么听话，母亲又开始提起，准备将隔壁王婶家的韩寒介绍给他。这时王婶恰巧端着大碗面也走了进来，对于这门婚事也没什么意见，毕竟陈平和韩寒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陈母和王婶热情无比，已经开始商量两家人晚上吃饭的事情。恰好此时林天虎给陈平打来了电话，原来是感谢之前陈平出手，想请他晚上一起吃个饭。陈平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下来，他可不想被父母按着去和韩寒相亲，因为这个所谓的韩寒他也只有小时候见过一两次，其实并不怎么熟悉。夜晚的双子大厦，陈平正准备上电梯，身后却突然跑来一名打扮时尚的女人，边跑边喊，等等我，等等我。这让众人看得一阵惊奇，吃个饭需要这么急吗？只见女人气喘吁吁地来到电梯，然后拿起电话说道，我已经到地方了，现在在电梯里。随后咬牙切齿地说道，最后再问一次，是不是只要我去陪着吃顿饭就能把债免了？一顿价值100万的酒席，女人却化上最丑的妆容，穿上最难看的衣服，甚至喷上最难闻的香水，那股味道不亚于吃了10斤黄豆放屁所产生的威力。同乘电梯的人捂住鼻子狂按开门键，电梯门开后纷纷逃命似的跑出电梯，然而一个男人却老神在在地站在电梯的角落里。女人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你不下去吗？陈平淡定地点了点头，随后审视起一旁的女人，看起来年龄似乎不大的样子。女人突然转过头询问道，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丑？陈平迟疑了一下，那个，我不太会说谎，确实不好看。然而女人却兴奋了起来，看来效果的确不错。这奇怪的举动引得陈平又多看了看几眼，一个流着鼻涕的小女孩出现在脑海，难道她是王韩寒？陈平询问道，你是不是？然而这时女人已经准备走下电梯，她疑惑地转头，是不是什么？陈平摇了摇头，没什么。随后看着女人走向一名西装男人，男人轻易地搂过她的肩膀。这时电梯门阻挡了陈平的视线，很快电梯便来到了30楼。看着面前还未装修的楼层，陈平感觉林天虎应该是搞错地方了，便打电话询问怎么回事。这时才知道，原来林天虎在他对面的那所大厦，看来是自己走错了。伴随着电梯缓缓下降，却在刚才那个女人下电梯的楼层停了下来。电梯门刚一打开，陈平就愣了一下，因为他看到女人拼命地跑向电梯，嘴里大声喊着救命，而在他的身后则是追着两名黑衣人，两人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意思，一人抓着他一条腿就要把他拖回去。陈平急忙出手相助，女人也是趁机踹开黑衣人，随后扑进了陈平的怀里。黑衣人还想用胳膊挡电梯，陈平却用脚卡住他的胳膊，强大的力道让他痛苦不已，无奈只能迅速缩回了手。这时陈平才看向女人，只见她哭得梨花带雨。陈平笑着递上一包纸巾，你这是属于行动失败了吗？女人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而诉说起自己的故事。原来她之前被人骗，傻乎乎的欠了一笔高利贷，因为实在还不上了，然后放高利贷的大哥就找上了她，让她陪这里的老板吃顿饭，就可以考虑帮她解决高利贷。女人也知道这顿饭可能不正经，所以故意化了最丑的妆，穿上最难看的衣服。谁知道老板不仅不介意，反而更兴奋了。说到这里，女人哭得更大声了。陈平笑了笑，询问起后面怎么回事。女人擦了擦眼泪，表示后面她就用高跟鞋砸了那个老板的头，然后逃了出来，边说还边比划，把陈平逗得开心不已。而这时女人突然发现面前的陈平似乎有些眼熟，还没等她细看，却看到了电梯门的异常。陈平搂住女人看向电梯门，发现电梯门竟然被工具挡住了，而他突然搂住自己的举动，让女人惊慌不已，原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人。陈平嘿嘿一笑，你说对了。女人急忙向后躲开，将身体靠向电梯门，企图寻找一丝安全感。然而陈平却没有理会她，反而看向电梯外面。此时电梯门已经被打开，一名油腻的光头男和两名打手堵住了出口。光头男猥琐地笑道，好好好，我说你怎么有胆子跑路，原来是有个小白脸在这里接应，跺跺脚就能让红城抖三抖的地下黄脸，如今却跪在一个年轻人面前瑟瑟发抖。因为就在刚刚，陈平被一个光头男堵在电梯里，他话不多说，上去就是一巴掌。光头男没想到这小子竟然敢率先动手，咬牙切齿地让小弟们打死这小子。面对冲来的打手，陈平嘴角一歪，站在原地未动分毫，周身却升起一层灵力护盾，将所有的攻击都反弹了回去，小弟们瞬间被击飞。陈平一把抓过光头男，刚刚就是你想打死我是吧？光头男额头冷汗直冒，你别太放肆，我背后可是聚义堂的虎爷，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又是聚义堂？陈平满脸阴沉，随后拿出电话冷冷说道，给你3分钟时间爬到19楼，不准坐电梯，否则后果自负。伴随着话音落下，陈平右手一握，只听咔嚓一声，光头男的骨头被其随手捏断，剧烈的疼痛让他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他在看面前的陈平，发现他简直不像是人，更像是一只带人而噬的魔鬼。不到两分半，林天虎气喘吁吁地从安全通道跑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众小弟。刚一进门，就看到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人，而陈平则是神情冷漠地站在场中。林天虎急忙跑上前去，店主，属下来迟。然而他话还没有说完，陈平就踢向了他的小腿，让他瞬间跪在了地上。随即陈平冷漠地说道，这些都是你的人吧？林天虎慌了，他知道自己恐怕摊上事了。店主，是属下御下不严。陈平用脚踩在光头男的手上，虎爷，呵呵，好好看看你这聚义堂的都是些什么垃圾。面对发怒的陈平，林天虎连大气都不敢喘。陈平继续说道，我不管你林天虎和聚义堂以前是什么样的，但从今天起，这些事我不希望再次发生。否则，陈平周身突然散发出阵阵气势，背后更是隐隐出现了一条凶狠的巨。林天虎从未见过如此骇人的场景，当即被吓了一跳，表示自己回去以后立刻清理帮会。陈平抱起女人，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那是你自己的事。带来到楼下之后，陈平看向怀中的女人，你还要继续装睡吗？那我可就这样把你送回家了。王涵涵，怀中的女人闻言睁开了眼睛，眼神中还带着一丝羞恼。没错，她就是王涵涵。待王涵涵落地之后，陈平询问她是什么时候认出自己的。就在他们动手的时候。陈平哥，你没有受伤吧？陈平将衣服给她披上，表示自己没什么事，询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王涵涵哽咽地祈求陈平一定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她妈，否则她妈一定会被气死的。随后才说起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她欠了100万高利贷，假如再还不上的话，就要连累到家人。陈平有些疑惑，你不是大学才毕业吗？怎么会欠下这么多钱？王涵涵忍不住蹲下哭了起来，是我大学时候的男朋友，他骗我要创业，拿我的身份信息去贷了这笔钱，但随后就不见了。再次提起这件事情，王涵涵哭得更凶了，陈平额头留下两条黑线，暗暗想到，恋爱脑不可取啊。想是这样想，他还是温柔地劝王涵涵别哭了，100万说多也不算太多。王涵涵喜出望外，难道陈平哥有什么办法？陈平摇了摇头，语气调侃地说道，我一个刚出狱的能有什么办法呢？还没等王涵涵心灰意冷，陈平就继续说道，不过我确实有一个能解决你目前处境的秘密。王涵涵不禁凑近了几分，想仔细听听怎样解决这件事。只见陈平悄悄地说道，办法就是再去找一个秃头呗。说完他转身就跑，气得王涵涵娇躯颤抖，恨不得把陈平按在地上暴打一顿。另一边，陈平的父母正和王婶聊着家常，两家人因为相识已久，家中时不时地传出阵阵笑声。就在这时，陈平和王涵涵一起走了进来，看到他俩同时从外面回来，三人明显一愣，王涵涵和陈平也愣住了。没想到两人的父母都在这里，这下可不好解释啊。陈平的父亲略有深意地问道，陈平，你怎么跟涵涵一起回来了？母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你这孩子，去找涵涵就直说呗，还编个理由说和朋友出去吃饭，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吗？王婶则是有些愤怒，因为闺女不仅哭了，身上还带着浓烈的烟酒味，你不是说加班吗？怎么这个样子了？王涵涵一时间有些犹豫，不知道该怎么给母亲说这件事。陈平在一旁解释了起来，王婶，涵涵没有加班，是同事们一起去喝酒，结果那些人一直给他灌酒，我遇上了就把他带了回来。王婶担心地拉过韩寒的手，你那些同事难道不知道你不能喝酒吗？居然还给你灌酒，真是太过分了。陈母也上来安慰道，韩寒别哭，明天你陈叔托人给陈平找工作，顺便也帮你问问，咱不在那家公司干了。陈父拍着胸脯表示，明天就去找战友问问，这事就包在自己身上了。韩寒，还不快赶紧谢谢人家。王婶在一旁催促韩寒，显然也有了让他换工作的打算。见自己的事被隐瞒了下去，韩寒也止住了眼泪，向陈父陈母表达了谢意。陈父陈母看到韩寒如此乖巧，自然是越看越满意，笑得合不拢嘴。许久之后，王婶带着韩寒离开了陈家，临走时韩寒频频回头看向陈平。陈父笑着拍了拍陈平的肩膀，可以啊，这么快就让人家惦记上了，不愧是我儿子。陈平无奈地揉了揉眉心，爸，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陈母却不给他解释的机会，让他早点睡觉，明天还要去找他叔叔呢。男人被女友陷害入狱2年半，仅仅出来了一天，就拥有了本市最豪华的顶级别墅。只因他在监狱中遇到了一位神秘老者，不仅传授他修仙之法，更是送给他一枚龙形戒指。这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枚戒指就是传说中的龙王令。只要拥有龙王令，在江湖上便可一呼百应，是当之无愧的地下皇帝。本想将父母接去别墅享福，却不曾想，父母不仅又搬回了原来的住处，还劝陈平要脚踏实地，准备明天托人将他送进厂里打螺丝。陈平无奈地揉了揉额头，难道我堂堂龙王最终的归属是去打螺丝吗？第二天清晨，一名男人穿上珍藏了几十年的军装，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地证明，他正是陈父的战友孙国福。孙小萌疑惑地询问父亲，你怎么把几十年前的旧军装拿出来了？又见老战友。孙国福则是完全没有理会这个败家闺女的想法，妻子也开心地问道，这次的战友是谁啊？
我听说好几个都已经发达了，要是人家能够帮忙，说不定公司就能渡过难关。孙国福严肃地表示，这次来的是我班长，有好几年没见了，你可千万别在人家面前提起这件事。妻子边帮他整理领带边絮叨，是那个救了你一命的老班长对吧？听说退下来后还进了体制内。孙国福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才让他闭上了嘴。毕竟是战友相见，孙国福不想让他们的战友情掺杂别的东西，这种事他张不了口，毕竟他欠陈父的太多。随后他狠狠地瞪了闺女一眼，一会家里来客人，你穿成这样算什么样子？孙小萌调皮地扮了个鬼脸，行了行了，知道了。没过多久门铃就响了起来，孙国福急忙打开房门，看到门口的陈父，他脸上的喜悦就没下去了。一向沉默寡言的他，也是不停地说着想念关切之类的话语。陈父见到老战友也很是开心，笑着拍了拍孙国福的肩膀，你小子身材都发福了，这样还敢穿军装？这时孙国福愣了一下，疑惑地看向一旁的女人。陈父介绍道，这是我老婆唐红英，前几年生病双目失明了，这是我儿子陈平。陈平则是在身后乖巧地喊了声孙叔。孙国福见到陈平如此精神，不禁举起大拇指夸赞道，一表人才，跟老班长年轻时一模一样。而孙国福也是向陈父介绍了妻子李凤霞。待众人落座之后，孙小萌换好衣服走了出来，孙国福急忙招呼他向陈父问好。孙小萌面无表情地说道，陈伯伯好。这一下就惹怒了孙国福，闺女的这副姿态明显没有礼貌，这是对自己战友不尊重的表现，气得他差点就要把孙小萌揍一顿，还是陈父在一旁拉住了他，才阻止了这场闹剧。这时李凤霞端着茶问道，陈大哥，您退伍后就进了体制，现在恐怕已经是大领导了。陈父叹了口气，国福，我也不跟你绕圈了，我因为得罪了人被辞退了。孙国福没想到陈父会遇到这种事，便询问到底怎么回事。陈父没有多说，反而说起陈平被陷害入狱，如今刚刚出来，想让他帮忙找份工作。李凤霞听闻陈父不是领导，瞬间变了一副嘴脸，哪个公司敢要劳改犯啊？孙国福没想到妻子这么不懂事，当即怒吼，给我闭嘴。陈父为难地看向他，要是有难处就算了。孙国福也略感无奈，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情况，如今他的公司因为对方拖欠货款，导致资金链出现问题，说不定就要破产了，就怕耽误了陈平。不过这都是小事，既然老班长找他帮忙了，他必定要帮陈平找份工作。于是他看向一旁的孙小萌说道，我让小萌去他们公司问问，他们公司是集团公司，如果能进去从基层干起也是个机会。孙小萌急忙说道，爸，我就是个刚进公司的销售员，哪有这个本事啊？你那个男朋友不是销售经理吗？他还不能招一名员工吗？这事就这么定了，他要是没这个本事，我看你们俩也不合适。爸，哪有这样的？孙小萌生气地站了起来，随后背过身去生着闷气。孙国福却丝毫没有理会他，有些尴尬地对陈父解释道，这丫头就这性子，你别见怪。陈父也只能苦笑一声，真是麻烦你了，我还有点事情，就先不打扰了。两人最后握了握手，约定有时间单独再聚一聚，战友情都在不言之中。临走之时，陈平突然转身询问孙国福，那个拖欠贷款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叫福耀装饰。大侄子，你有认识的人吗？陈平笑了笑，没有，不过我想试试帮孙叔把贷款要回来。孙国福也没放在心上，只当陈平年轻人异想天开，你有这份心我心领了，千万别干傻事。陈平和父母离开孙家之后，陈父嘱托陈平，你孙叔叔人不错，假如找到了工作一定要好好干。陈平为了让父亲开心，只好答应了下来，可是紧接着他就皱起了额头，因为他收到了王涵涵的短信。男人穿着五块钱的地摊货，却要在银行取130万。当他拿出银行卡的那一刻，竟然惊动了银行的高层主管，只因他这张卡的来路大得惊人。就在刚刚，王涵涵被一群混混模样的人围了起来，小丫头，你今天再不还钱，我就只能把你拉去抵债了。王涵涵胆怯地后退了2步，我真的没钱，能不能再宽限2天？为首的男人缓缓逼近，宽限2天倒也不是不行，不过你今天恐怕就要跟我们走一趟。说着他嘴角露出一抹淫笑，将手伸向王涵涵精致的小脸。王涵涵想躲却根本不敢，生怕惹怒了眼前的男人。然而就在这时，男人的手却被抓住了，原来是陈平赶了过来。他掷地有声地说道，王涵涵欠了100万，我替他还了。男人打量了一眼陈平，发现面前的人太过年轻，肯定是一个刚出茅庐的臭小子，戏谑地说道，小伙子还想学人家英雄救美，不过他欠的可不止100万。王涵涵急忙表示，明明上周还是100万呢，上周是上周，难道我不要利息的？现在你想要还清至少要130万。当听到这个数字时，王涵涵脸上浮现出恐惧之色，高利贷实在太可怕了，自己这辈子恐怕要完了。念及于此，他险些晕倒在路上，幸好陈平扶住了他。陈平此时有些怒了，但是他还是本着和平的态度想解决此事。130万是吧，我替他还。王涵涵却急了，他以为陈平不过是想将麻烦揽在自己身上，他一个刚出狱的人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钱。陈平却没有多做解释，这时男人有点不耐烦了起来，小子，你要是敢耍我的话，应该知道后果吧。说罢他舔了舔手中的匕首，呸，怎么都是铁锈。
陈平安慰道：“没事，秀了就秀了，你这面色估计就是五行缺铁，补补挺好。缺铁？你是觉得我的拳头不够硬吗？”蓝元一拳砸向陈平，却被陈平轻松挡下。别激动嘛，怎么总是喊打喊杀的，跟我去取钱去。蓝元也看出陈平实力不凡，便冷哼一声，让陈平跟他们上车去取钱。王涵涵在身后拉住了陈平，脸上写满了担忧。陈平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 好啦，没什么事的，你回家乖乖等着就好了。看着陈平跟混混们开车走远后，王涵涵的眼泪如同断线的珍珠一般掉落。陈平哥这次为他牺牲了太多太多，此情无以为报。不久后，陈平便来到了银行，工作人员礼貌地向他介绍，如果只是取款的话，可以使用旁边的自动取款机。陈平却表示自己取的有点多，取款机的钱未必够。工作人员虽然不信，但还是礼貌地询问他想取多少。 陈平很随意地说道：“百来万吧。”那语气随意的如同取一两块一样。就在这时，一名女人挽着一名中年男人走进了银行。女人诧异地看向陈平：“陈平，你怎么在这？”陈平看向女人，随后有些不确定地说道：“你是初中时候的那个李冬梅？”李冬梅并没有否认，反而询问道：“我听说你坐牢了，什么时候出来的？” 在大庭广众下询问这种问题，李冬梅明显来者不善，吓得银行工作人员都后退了两步。陈平淡淡的说道：“刚出来，我听说你初中以后就不读了。”李冬梅脸上洋溢着自豪：“是啊，读再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为了钱。我老公现在资产都破千万了。”陈平对他表示了肯定：“那我可恭喜你了，找了个有钱的老公，而且长相上一看就绝非凡人。”这时，银行工作人员打断了他俩：“他告诉陈平，50万以上取款需要提前预约，请问您有预约吗？” 陈平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我取钱有急用，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吗？”李冬梅在身后酸溜溜地说道：“刚出来就有100多万，该不会是赃款吧？”陈平却没有理会他，而是拿出了银行卡。这张卡里有1000万，我取130万，能通融一下吗？工作人员刚准备拒绝，但是当他看到陈平的银行卡时，立刻躬身道歉：“请您稍等一下，我现在就去请示经理。”没过多久，经理就火急火燎地跑了出来，先向陈平选择了道歉，然后表示钱已经在给他准备了。 让他稍微等待一下。李冬梅怎么会允许陈平在自己面前装逼，挽住一旁中年男人的胳膊，撒娇的央求道：“我们也取100万，好不好？”对于李冬梅的撒娇，男人很是受用，当即拿出银行卡，表示他也要取100万。谁知却被经理告知没有预约不能取。你们这是什么破银行？凭什么他不用预约，我们就要预约？我要投诉你们！李冬梅开口就骂，经理笑着解释：“因为陈平属于银行的至尊 VIP， 所以享有特权，而他们只是普通的用户。”李冬梅却根本不信，他只是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 怎么可能是你们这的至尊 VIP？ 经理举起陈平那张卡，这张卡是红城首富苏家的定制卡。你觉得你们有可比性吗？保安，给我把这两个人轰出去！男人提着130万走出银行，如同丢垃圾一般，随手将其丢给面前的混混。谁知混混们却突然变卦，表示现在需要200万才行。李冬梅在一旁轻笑不已：“你不是有1000万吗？再去取一些不就好了？” 原来就在刚才，李冬梅和她男朋友被扔出了银行，她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恰巧发现男友和要账的混混认识，得知他们要账的人是陈平之后，李冬梅略有深意地表示：“你们一会可得多要点。”那家伙有1000万呢。刚子有点犹豫，在他看来，陈平并不像有钱人的样子。李冬梅轻哼一声：“不是有钱人能一口气取100多万？”刚子感觉确实如此，将小弟们都叫了过来，准备一会给陈平施加压力。等拿到130万后，刚子笑着表示：“现在需要200万才能平。” 并且其身后的小弟站位也十分讲究，隐隐堵住了陈平离开银行的路。陈平脸色一黑，不想要是吧？我还是把他重新存起来吧。说着便要将手提箱拿走。刚子一脚踩在箱子上，这钱既然已经取出来，可就由不得你了。话音刚落，他右手轻挥，小弟们顿时蜂拥而上。陈平出手更快，抬手间便将两人手腕捏断，更是趁机将另一人踹飞。不出2秒半，刚子的小弟们全都被他解决。刚子没想到陈平竟然这么厉害，吓得他腿都软了。 你不要过来，我可是赤龙帮的人。我们帮主冯思海可厉害了。陈平一脚踩在刚子的脚腕上，将其右腿废掉。毕竟他和冯思海本就有仇，此刻也不在意继续得罪对方。而陈平的战斗力也是将李冬梅吓了一跳。见到陈平向自己看来，李冬梅直接被吓得瘫坐在地上，生怕陈平会打自己。然而陈平却没有理会他，径直提着钱向银行走去。没过多久，陈平就出现在王涵涵的身后，内心中突然萌生了恶作剧的想法。他在王涵涵身后阴恻恻地说道：“快还钱！” 王涵涵被吓了一跳，急忙转身推开身后的人。这时他才看清，原来是他心心念念的陈平。陈平笑着告诉他，高利贷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明天自己就要去面试工作，到时候如果合适的话，就带他一起去。王涵涵感动莫名，陈平哥，你这样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报答你了。陈平却只是笑了笑，提醒他以后找男朋友可要擦亮眼睛，否则下次就没这种好运了。就在这时，陈平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原来是苏雨琪打来的电话，发现陈平和他父母搬离了别墅区。
所以特意来询问怎么回事。陈平解释，父母因为住不惯那里，就搬回老房子。苏雨琪也有些无奈，既然是伯父伯母的意见，那好吧。两人又简单的聊了一会，才挂断了电话。这时王涵涵突然问道，陈平哥，是你女朋友打来的电话吗？陈平老脸一红，自己和雨琪算男女朋友吗？好像也不是吧，毕竟自己还没正式表白呢。见到陈平没有说话，王涵涵已经猜到了些什么，神情不禁有些失落，不过很快他调整好了状态，笑着说道，没事的，陈平哥你不想说就算了，那个我妈还在家里等我，就不打扰你了。说完之后也不管陈平的反应，他转身就跑开了，看其样子似乎是哭了。陈平也不是那种情商低的人，隐隐之间有了猜测，难道涵涵这丫头。第二天清晨，陈平穿上了一套帅气的西装，这还是父母早年就买下来的，本来是让他结婚穿的，但是今天重新找工作面试，为了显得重视一点，母亲便将其拿了出来。父亲嘱托他，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才行啊。陈平神情郑重地答应了下面。就在这时，陈父的手机突然响起，原来是孙小萌打来的电话。电话刚接通，他就抱怨陈平太慢了，自己都在楼下等好久了。说完也不等陈父说话，就挂断了电话。陈父一脸欲言又止，脸上写满了尴尬和无奈，但是为了陈平能有工作，还是嘱咐他到时候跟孙小萌多说几句好话。当陈平来到楼下时，便看到孙小萌穿着一身经典的职业装，正依靠在一辆白色的车边，他的脸上充满了嫌弃之色，嘴里抱怨着这里又脏又丑。陈平假装没有听到，微笑着和他打招呼。孙小萌却继续抱怨道，要不是我爸的话，我才懒得管你呢，你这一身又是什么情况？陈平尴尬地解释道，三年前买的，虽然款式老了点，但是挺新的。闻言孙小萌更加的嫌弃，新有什么用，现在这念头还有谁穿这种西装，算了算了，赶紧上车吧。陈平刚想坐在副驾上，却又被孙小萌怒斥，去后面坐去，我的副驾可不是谁都能坐的。之后似乎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还不等陈平坐稳，就猛踩油门，汽车刷的一下疾驰而出，让陈平和座椅来了个亲密接触。孙小萌继续叮嘱道，等等到公司不许说认识我，也别指望我帮忙，能帮你安排面试我已经仁至义尽了，能不能通过就要看你自己了。说完他从后视镜观察着陈平的反应，陈平先是愣了愣，对于孙小萌的态度很是不满，但是毕竟是自己父母求着别人，他也没有多说，只是眼神变得冷冽起来。好，没问题。不久之后两人便来到了孙小萌所在的公司，当看到公司名字的时候，陈平有些尴尬和无语，这不是雨琪家的公司吗？不过他还是有些不确定，询问这是不是苏家的公司。当从孙小萌嘴里得知这确实是苏家的公司时，陈平更加的尴尬，要是被雨琪知道的话，算了算了，还是先不告诉他了。而陈平却不知道，孙小萌根本就没想让他进公司，偷偷的嘱咐男友一会将陈平给刷掉。丁北毕业生都要排队进入的公司，男人却在面试的时候嚣张到连简历都不带，旁人瞬间对他崇拜不已，猜测他是不是有什么逆天的关系。陈平笑了笑，算是默认了下来。其实他却知道，唯一有关系的面试官还想将自己给刷下去，所以对于这场面试，他只当是为了应付父母走个过场。所以介绍自己情况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曾经有过入狱的经历。一名面试官满脸的嘲讽，你一个刚刚出来的人也敢来这里面试，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公司吗？背后的老板是谁吗？陈平据理力争道，公司哪条规定不准使用刑满释放人员，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如果招收你会影响公司形象，希望你能够有些自知之明。面试官毫不留情地表达了不想录用陈平的想法，陈平却笑了，我要是你根本没脸待在这里，你连自己的老婆都只能整夜望而兴叹，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面试官似乎被说到了痛处，激动地拍着桌子，胡说八道，我跟我老婆孩子要多幸福有多幸福。陈平不紧不慢地表示，你的病根是从小落下的，外力所致不能生育，你那个孩子肯定不是你的。面试官怒了，当场杀了陈平的心都有。崔志远却冷冷地让他坐了回去，一旁的女人也明确地表示绝对不会招收陈平的。陈平淡淡地瞥了他们一眼，贵公司还有你们这样的员工，真是让人感动到怀疑人生。然而就在他刚要离开之时，却看到了一名衣着华丽的年轻人，他语气冰冷地询问道，你就是陈平？陈平一脸懵逼，这家伙怎么对我有这么大敌，我好像没见过他吧。这时崔志远跑了出来，而他也道出了男人的身份，原来是公司的总经理邢总。邢总吩咐崔志远将陈平留下来，崔志远有些犹豫，可是邢总他是劳改犯，而且还话还没说完，他就看到了邢总冷冽愤怒的眼神。只见他怒视崔志远，你在叫我做事？崔志远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只能答应下来。待邢总离开之后，崔志远才询问陈平是不是认识邢总。陈平也是一脸懵逼，直言自己并不认识邢总，内心悄悄地补了一句，倒是认识你们的董事长苏雨琪。崔志远也没有纠结这个问题，吩咐人带他去办理入职手续。没过多久，刚才负责接待的那名女士就带着陈平去办理入职，而陈平的入职也引得同事们不断的猜测，一个刚出来的人凭什么可以入职。
据说他和邢总有着亲密的关系，千万不要乱说。陈平还没入职，他的名字就被公司大部分知晓。这时孙小萌也得知了陈平入职的消息，不禁暗暗恼火，怎么就让他进来了？ 同事们要是知道了我和他的关系，我要多丢人了。很快，崔志远就向大家介绍了新入职的陈平，并且安排了一名看起来忠厚老实的年轻人和陈平组成小组，平时负责代教陈平。张同见此事慌张极了，关于陈平的传闻他自然也知道，哆哆嗦嗦地向陈平介绍着自己。陈平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我又不会吃了你，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张同见瞬间汗流浃背，不知道陈平会不会送自己件太难，犹豫了一番后，还是询问道：“大哥，你看起来也不像坏人，怎么会坐牢呢？” 陈平毫不在意的表示，说来话长，总之就是为了个不值得的女人得罪了人，被陷害做了3年牢。大哥，你也太冤枉了！但是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我们这组恐怕过几天就要解散了。陈平一脸疑惑，刚成立的组怎么就要解散了？到底怎么回事？经过张同建解释才知道，原来是关于上一任销售员留下的烂摊子，很多账都没有收回来，这个月要是再搞不定，他俩就都会被开除。陈平拿起账目查看了起来，再全部看完之后，他猛地将账目摔在桌子上：怎么会有这么多欠款？ 总经理是干什么吃的？张同建急忙劝住了他：“大哥，这话可不敢乱说，这些欠款的对象都挺难缠的，光靠我们恐怕收不回来。”陈平却笑了：“放心吧，这些钱一分都不会少的，我们会有办法要回来的。”张同建不知道陈平哪里来的自信，但还是茫然的点了点头。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结束，临近下班的时候，孙小萌突然找上陈平，按照公司规定，新来的员工要请大家搓一顿，你准备安排在哪里？ 人下班后邀请男人吃饭，却被骂了个狗血淋头。张同建小声的劝陈平冷静一点，就当破财免灾了，自己刚来的时候被逼着花了10000多呢，不按规矩来会被同事们针对的。谁知陈平的态度却出奇的强硬，公司哪来的这条规定？这时崔志远缓缓走来，表示新来的请吃饭这条规定就是他定下的。陈平冷笑：“你定的规矩？抱歉，我现在身上没钱，而且各位都是公司的精英，总不用像个乞丐一样指着我这顿饭吧？” 陈平此言一出，办公室众人纷纷露出震惊之色。他们没想到这人竟敢如此猖狂，完全不懂人情世故。陈平却丝毫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径直向着门外走去。此举将崔志远气得牙痒痒，内心已经将陈平给记恨上了。不久后，他和孙小萌来到了一家酒店，原来是陈父为了庆祝陈平入职，特意邀请两家来吃个饭。崔志远略感不满，一个战友有必要那么上心吗？ 孙小萌也是一脸的嫌弃，再别提那个陈平的事情，我想到他就恶心，到时候想个办法，随便找个借口把他赶走得了。不过你在公司可千万别表现出来。崔志远点了点头，放心吧。一旁的陈平也点头说道：“放心吧，他演得不错。”两人瞬间脸色铁青，他俩完全没发现陈平是什么时候出现在电梯，也就是说他俩的对话陈平全听到了。等到电梯刚一开门，两人就尴尬地冲了出去，那模样如同见鬼了一般。 见状，陈平则是嘴角扬起一抹神秘的笑容，显然他准备慢慢跟两人玩。当崔志远打开包间的房门，就迎来了孙小萌父母热情的招待。孙国福更是笑得合不拢嘴，这次多亏了你，我在老班长面前吹的牛才能兑现。陈父也是乐呵呵的说道：“国福，你就别说笑了，本来就是我请你帮忙。”孙小萌不屑的表示：“要不是因为……”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就看到父亲冷冽的眼神。 应声声将后半句给咽了下去。孙国福本想说教两句闺女，这时手机却突然响起，接听之后，他的脸上露出了狂喜。今天可真是双喜临门啊！不要装饰公司的欠款清了，老板亲自带过去的，财务说就差跪着让他收下了。陈平对此丝毫没有意外，因为这件事就是他嘱咐林天虎去办的。然而这时，孙小萌却突然大声的询问崔志远：“你之前不是说你和聚义堂的虎爷认识吗？该不会是你搞的鬼吧？”说完不待崔志远回答，他就抓着崔志远的手激动的说道：“我就知道是你。” 面对女朋友突然送来的助攻，再加上众人都看着他的眼神，崔志远仅仅是犹豫了一下，就笑了起来。对对对，是有这么回事，我跟虎爷提过一嘴，说罢他还转头看向孙国福，以后公司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说就行。旁边的陈平一口茶水径直喷了出来。这个崔志远还真是个极品，什么功劳都敢往自己身上揽，但是不知实情的孙国福却信了崔志远的话，开心的表示，以后叔叔的公司就靠你了，我就小萌一个女儿，将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们的。 崔志远笑得也很开心，这老登人还怪好的，不仅送我一个美貌的闺女，还将一家大公司送给了我。崔志远不仅陷入了幻想中，似乎已经有无数财富摆在了自己面前。然而就在他扑向这堆财富的时候，却感觉被人给拽住了。他疑惑地转头看去，这才发现不知何时陈平来到了自己身后，看到陈平这张脸，崔志远内心充满了厌恶，于是便故意说道：“你今天面试成功，不按部门规矩请大家吃饭，是去干什么了？” 陈平有些无奈地解释道：“和他们又没有什么交情，浪费钱干什么？闭嘴！人家帮了你，你连礼尚往来的规矩都不懂吗？”看到父亲发火，陈平的面色也严峻了几分。孙国福急忙劝道：“老班长，别生气嘛。”
陈平也是为了省钱，大不了这一顿算我的。崔志远看到即将拿捏陈平，急忙开始补刀，要不一会吃完饭就补上，怎么样？陈平倒是无所谓，反正他钱还挺多的。但是崔志远接二连三的挑衅，他却忍不了，眼神中不禁多了几分寒意。这个崔志远已有取死之道。饭桌上，陈父和孙国福对崔志远的夸赞不绝于耳，什么年少有为、交友广泛之类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是陈平的入职，还是让虎爷将欠款要回来这件事，都是崔志远所为。而崔志远更是飘了起来，挑衅般的看向陈平：“你行不行啊？怎么半天不喝酒呢？”陈平皱了皱眉，表示这酒太差了，自己喝不惯。是吗？那你说喝什么？崔志远一脸得意之色，碾压陈平，让他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只见陈平在身后摸索片刻，突然拿出了一个葫芦。谁都不会想到，其貌不扬的葫芦里装的会是只有修仙者才能喝的酒。当陈平将它拿出来的那一刻，大家都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只见他先是给自己倒了一杯，崔志远笑着询问他想怎么喝。陈平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没那么多规矩，干了就行。崔志远自然不会落了气势，干就干，谁怕谁。陈平将葫芦隔空扔了出去，崔志远伸手接过葫芦，给自己倒了满满一碗，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随后将葫芦再次扔给陈平。陈平接过葫芦后，竟然直接对瓶吹，吨吨吨地喝了好几大口。随后他开心地笑了起来，因为他知道崔志远恐怕已经不省人事了，而他此时的样子和那位神秘老者竟隐隐有些相似。果然此刻再看崔志远已经躺在椅子上成了小趴菜，这让孙国福夫妇也是有些惊讶，到底是什么酒能这么醉人。见到男友这副样子，孙小萌准备扶他回家休息，谁知崔志远却强硬地表示：“我不回去，我已经约了所有人，今天陈平必须请客，不能让他跑了。”陈平笑了笑，欣然同意了下来。他也想看看崔志远还能搞出什么事情来。打了一辆车将父母送走之后，另一辆车上的崔志远还不忘提醒陈平一定要来。得到陈平肯定的答复后，他才继续呕吐起来。这时一道声音突然从陈平身后响起：“陈平哥，一定来拿。”见到来人是王涵涵，陈平故作严肃地说道：“你跟踪我？”王涵涵赌气地鼓起腮帮子：“我才没那么闲，只是回家路过而已。”“是吗？那我走了。”见到陈平转身，王涵涵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陈平被他这个样子逗乐了：“你这么跟着也不是个办法呀。”王涵涵忍不住询问：“那怎么才是个办法？”不久后的某高档 KTV， 当陈平和王涵涵来到某包厢时，同事们正在开心地唱歌。崔志远径直走向陈平，不过其目光却始终盯着一旁的王涵涵。这位小姑娘是谁？王涵涵落落大方地介绍起自己，声称是陈平的邻居。而如此乖巧的举动也引得众多男同事们的热情相迎。崔志远自然不甘被抢了风头，他握住王涵涵的手说道：“我叫崔志远，是陈平的经理。”说话间更是两只手抚摸起王涵涵娇嫩的小手，脸上笑容不减：“王小姐在哪里高就啊？”王涵涵不动声色地收回了手，表示自己还没有工作。崔志远爽朗地拿出了名片：“如果有兴趣的话，王小姐可以考虑来我们公司。”王涵涵露出惊喜之色：“真的吗？”崔志远拍着胸脯保证：“身为经理，这点权力还是有。”丝毫没发现身后快要被气到爆炸的孙小萌，直到孙小萌咬牙切齿地喊出他的名字，他才从撩妹的激情中冷静了下来，急忙转移话题，邀请大家先坐下来。陈平和王涵涵刚一落座，就引得众多男同事羡慕不已，纷纷前来和他敬酒，想要向王涵涵展示自己的魅力。然而就在这时，王涵涵却站起来表示自己替陈平喝，众人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能将王涵涵灌醉显然更好。然而几轮下去，众多男同事竟然都被王涵涵喝倒了，反观他还没什么事。崔志远不禁扶额：“还指望你们喝倒陈平吗？连个小姑娘都比不过。”没办法，他只能替众人解围：“好了好了，大家还是唱歌吧，别总是喝酒了。”一旁的短发妹子不禁询问道：“你酒量怎么这么好啊？”王涵涵尴尬地笑了笑：“也没什么特殊的，就是天生比较能喝吧。”女孩似乎也是喝多了，扑进他怀里说道：“有你在这，我看那群男的谁还敢跟我们拼酒。”这时孙小萌突然询问王涵涵：“你长得不错，脾气又好，怎么会看上陈平这个家伙？”王涵涵先是一愣，没想到自己的喜欢这么明显，随后他眼帘轻垂，偷偷地看了眼旁边的陈平，发现他没有注意到这边，才解释道：“气势陈平个人挺好的，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可能你对他还不了解吧。”孙小萌显然不想知道陈平有多好，便打断了这个话题，转而邀请王涵涵一起唱歌。然而就在两人正唱得开心的时候，方文却被一个胖子踹开，胖子手里端着一杯酒，眼神不善地盯着包间内的众人，场中瞬间安静了下来，明白这胖子恐怕来者不善。胖子却将目光看向两名女人：“我说谁唱歌这么好听，原来是你们两个，我还正愁没地方找你们。”王涵涵一愣，不明白胖子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孙小萌却疑惑地看向胖子，随后他灵光一闪，想起了之前在厕所发生的事情。两名女人正在厕所聊天，房门却突然被人打开，看到胖子摇摇晃晃地向自己走来，女人如同受惊的小猫一般，汗毛都炸了起来。
谁知胖子却更加的过分，抱住他就想要亲亲。女人嘴中发出凄厉的尖叫，惊慌之下闭着眼睛挥出一拳，却被胖子用脸狠狠的接住，捂着疼痛无比的脸颊。胖子也从醉酒中醒了几分，他的脸上浮现出怒意，居然敢打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打的就是你这个流氓，居然敢闯进女厕所，好你个泼妇，等我起来你就完蛋了。胖子想伸手抓住女人，然后借机站起来。女人见状更加的惊慌，后退躲开了他的手，然后对着他就是一顿挠。本以为事情会到此结束，没想到胖子竟然带人找到了包厢。只见他指向三名女人，今天运气是真的好，还是买二送一，把他们都带到我包房里，大家都是出来玩的，这三位是我的朋友，并不是赔偿，你这有点过分了吧。崔志远此时站了出来，哈哈哈哈！胖子冷笑着越过保镖，用手里的钱拍打着崔志远的脸。这两个女人刚才趁我醉酒打了我一顿，我让他们去陪我唱几首当做赔罪不行吗？崔志远哪里受到过这种屈辱，抬腿就将胖子踹倒。胖子顿时露出怨毒的眼神，小子你有种，有本事报上名号，我今天就不信治不了你。老子叫崔志远，今天我就在这等着你。看到胖子骂骂咧咧的走了，崔志远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反而在周围人一声声赞美中逐渐的迷失了自我。此刻的他甚至有些后悔刚刚没有多打胖子两下，孙小萌却有些担心，怕对面叫人过来，劝他不如早点走。崔志远却满不在乎地表示，这里是虎爷的产业，这些人不敢乱来的。孙小萌闻言也松了口气，毕竟以崔志远和虎爷的关系，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然而听到这句话，陈平又是一口酒喷了出来。一旁的女同事很是不满，刚才那个胖子进来的时候也不见你出头，王涵涵是你女朋友，你居然一点表示都没有。崔志远也是嘲讽道，某些人平时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关键时候却不顶用。王涵涵此时却坚定地站在陈平面前，他相信陈平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但是见到陈平没有解释，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维护陈平。与此同时的 KTV 的某间私密房间中，一名无论是身材还是姿色都是绝等的女人，正在给一名50岁左右的男人按摩，此人正是这间 KTV 的负责人侯经理。房门突然被胖子打开，刚一进门他就嚷嚷道，侯经理，我在你们这里被两个娘们打了，你要是不管我就自己找人动手。侯经理缓缓睁开了眼睛，还有这种事？对方难道是赤龙帮的？听闻胖子说对方只是一些愣头青，并不是赤龙帮的人，侯经理声音提高了几分，冰子进来一下。这时一名强壮的光头男走了进去，然后恭敬地向侯经理鞠了一躬，此人应该就是侯经理口中的冰子。侯经理语气中带着一丝冷意，有人在咱们 KTV 闹事，你跟着钱老板去看看，记得按规矩来，虎爷交代过我们现在做的可是正规生意。冰子看向一旁的胖子，钱老板，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吧。得到 KTV 经理的支持，胖子认为这件事已经十拿九稳，激动地对侯经理表示了感谢。侯经理却摆了摆手，钱老板客气了，既然是对方先动的手，我自然要给你一个公道。另一边的崔志远等人对此毫不知情，正在开心的载歌载舞。陈平喝了一口酒，然后缓缓说道，人来的还挺快。王涵涵一脸懵逼，陈平哥你说什么来了？就在下一秒，房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几名壮汉闯了进来，冰子紧随其后。崔志远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众人就都被按在了桌子上。冰子活动了下手腕，周身散发出阵阵凶狠的气息，钱老板刚才是谁打的你？男人只是为了面子吹了一句牛逼，却为他惹上了杀身之祸。就在刚刚，冰子带人冲进包厢，迅速的将众人制服之后，他捏了捏拳头，询问钱老板是谁打的他。钱老板伸手指向崔志远，就是这小子刚才动的手。面对冰子的询问，崔志远满脸的不服气，就是我打的能怎样，谁让他欺负我女朋友的。冰子用手拍了拍崔志远的脸，让他去给钱老板跪下敬酒道歉，这事就算过去了。不可能，明明是那个家伙有错在先，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崔志远自然不会接受这么屈辱的要求，然而此话却惹怒了冰子。只见他脸色阴沉地抓住崔志远的衣领，在这里没有人能拒绝我。说话间竟如同拎鸡仔一般，单手将崔志远提了起来。孙小萌在旁边一脸的焦急，你快放开我家哥哥，这里可是虎爷的地盘，我家哥哥跟虎爷认识，要是他出了事，你们一个都别想跑。闻言冰子放开了崔志远，孙小萌急忙上前关心地询问他有没有事。女同事兰兰也趁机凑上前来，现在知道怕了，我们崔经理可是虎爷的熟人，你们居然敢在这里动手。是啊，崔经理和虎爷可熟了，你们居然敢对崔经理动手，等死吧。一旁的陈平险些笑出声来，不知道这群人要是知道崔志远和林天虎根本不认识会是怎样的反应。这让身旁的王涵涵很是疑惑，询问他怎么这么开心。陈平轻咳两声止住了笑容，并没有向他解释，故作神秘的让他等着看好戏就行。孙小萌也一改之前的唯唯诺诺，现在知道怕了还不赶紧滚，如果等我们给虎爷打个电话，你们一个都别想跑。然而崔志远的脸色却难看至极，他怒吼着让孙小萌闭嘴，这让孙小萌有些不明所以。这时冰子才缓缓说道，你认识虎爷？面对冰子强大的气势，崔志远也有些心虚，只能犹犹豫豫地说自己见过虎爷。
闻言，冰子已经知道这小子在说谎，顿时气氛不已。本来你只要跪着道歉就行，不过你居然敢顶着虎爷的名号招摇撞骗，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说完，他转身向外走去，吩咐手下将所有人带去见猴哥。钱老板见状也是笑了起来：“你们知道这人是谁吗？人家是虎爷左膀右臂之一的侯春雷，猴哥的心腹，你们居然敢在他面前冒充认识虎爷。” 这下神仙恐怕都就不了你们，见到如此大的阵仗，王涵涵自然很是害怕，紧紧地挽住陈平的胳膊，以此来寻求一些安全感。陈平也能看出他的紧张，笑着安慰道：“放松点，不会有事的。”没多久，侯春雷的办公室就挤满了人。侯春雷有些疑惑地询问冰子：“我不是让你处理吗？你怎么把人给带过来了？”冰子提起崔志远，说起了他借着虎爷名头招摇撞骗的事情。侯春雷闻言脸色阴沉的可怕，假借虎爷名头，这可是件大事。他猛地一拍桌子，站起身来：“你认识虎爷？” 崔志远被侯春雷的气势吓得冷汗直冒，明白自己一个回答不是，今天恐怕都想命不保，只能哆哆嗦嗦的表示我有个朋友认识。说完，他甚至都不敢多看侯春雷一眼。侯春雷却伸手拽住了他的衣领，说说看你朋友叫什么？我跟了虎爷这么多年，他认识的朋友我应该都知道名字。崔志远都被吓哭了，他哪里有什么朋友认识虎爷啊？侯春雷从他的表情看出了他在说谎，居然敢冒充虎爷的名头，你好大的胆子啊！崔志远哭着抱住侯春雷的小腿。 祈求他能饶过自己。侯春雷却看向钱老板，这是因你而起，你看怎么处理？钱老板倒是非常大度，都是些小瘪三，废了也没什么意思。如果侯哥不介意，就都放了吧。不过这三个女人要留下来陪我，算是赔礼道歉。话音刚落，崔志远就抱着钱老板哭诉道：“小萌是我女朋友，跟我同居一年了，您一定看不上，不如让我带走，其他两个留下来陪你怎么样？”钱老板闻言瞬间对孙小萌没了兴趣，一脚踹开崔志远：“带着你的女人滚吧。” 不过另外两个今天必须留下，兰兰急了，崔经理，你别丢下我呀！崔志远哪里能顾得上他，敷衍的说道：“你陪钱老板喝点酒，赔个不是，我一会再来接你，不会有事的。”眼看着男同事们都要离开，王涵涵紧张的抓住陈平，不知道他会不会也抛弃自己。陈平却一脸的轻松：“放心吧，我不会走的。”这时钱老板带着猥琐的笑容走了过来：“怎么，舍不得自己的小女友吗？”说话间，他就准备摸向王涵涵。 谁知手却被陈平死死的抓住，因为用力过猛，钱老板不禁发出了猪叫声：“你赶紧松手，要不然你跟你女朋友死定了。”谁知陈平却眼神冷冽，一脚踢向钱老板要害，此举瞬间引起了侯春雷的注意。这小子完全是没将自己放在眼里，敢在我面前动手，你有种，来人，关门，一个都不许走！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年轻人，不仅当着黑老大的面打人，还扬言让他放自己离开，否则必定让他后悔。 黑老大也是被逗乐了。我侯春雷的字典里就没有后悔两个字，来人，把他给我剁了！面对众多小弟的围攻，陈平却露出了一抹失望的表情。林天虎难道没有跟你说过不要随便打打杀杀，要做正经生意吗？你今天这么做，有请示过他吗？侯春雷面色一变，虎爷似乎确实这么对自己说过，但是这个年轻人怎么知道的？他瞬间意识到这年轻人身份恐怕不简单，便让手下看好陈平，自己去请示一下虎爷。 此时的林天虎正在睡觉，却突然被侯春雷的电话吵醒。听说有几个小毛孩在 KTV 闹事，虎爷满不在意的询问对方是不是赤龙帮的人。侯春雷也有些不好意思，这么点小事自己都拿不定主意。不过他还是说道：“对方好像是苏家的公司职员，有个叫陈平的家伙想要出头。”林天虎猛地坐起，随后边穿裤子边急切地说道：“我现在立马赶过去，你绝对不许给我动手，老老实实给我等着。”说完，不待侯春雷回答，他便急切挂断了电话。 侯春雷也是一愣，没想到虎爷对这件事这么上心。不过身为老大的威严还是要有的。他目光扫视全场，淡淡的说道：“虎爷说会亲自过来，你们有什么遗言，趁这段时间想好吧。”崔志远率先慌了：“猴哥，这都是陈平动的手，跟我们没关系。放我们走吧。”面对他的祈求，侯春雷根本就没有理会，反而将目光看向了门口。没过多久，林天虎就赶了过来，见到陈平并没有和他相认，他便意识到店主恐怕不想暴露身份。 便将目光看向一旁的侯春雷，询问他具体的情况。待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后，林天虎二话不说，大步越过侯春雷，来到了钱老板的身前。钱老板刚要诉苦，林天虎却狠厉地说道：“把人给我丢出去，以后聚义堂名下所有产业将他列入黑名单，话音刚落，钱老板就被两人给扔了出去。见到林天虎对自己人都这么狠了，崔志远和孙小萌顿时惊恐不已，不知道虎爷会不会送自己等人去见太太。”谁知下一秒，林天虎却语气和蔼地蹲了下来。 事情我已经了解了，此事是我管教不周，请各位多多包涵。今天大家的所有消费名单，如何？众人脸上露出难以置信之色，这还是他们听闻的虎爷吗？竟然这么好说话！只有陈平毫不意外，露出了满意的表情。随后他假装客气地拱了拱手：“那我们就谢谢虎爷的美意了。”待众人离开之后，侯春雷不禁疑惑，对方是什么来历？你要这么客气？当得知陈平就是他们的店主的时候，侯春雷满脸的难以置信，没想到店主竟然这么年轻。
冯四海就是被他打败的吗？林天虎冷哼一声，你以为呢？不过店主不喜欢在一般人面前暴露身份，你装作不知道就行。而崔志远迷迷糊糊地走出 KTV 后，他到现在都没有缓过神来。那个传闻凶神恶煞的虎爷竟然会放过我们。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这才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孙小萌通过刚才陈平的反应似乎猜到了什么，不确定地询问陈平是不是认识虎爷。陈平想的确实，要是让他知道了，自己老爸老妈那边就瞒不住了。毕竟老爸老妈对黑道一直有所抵触，于是便无辜地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时一名同事趁机送上了助攻，说不定是崔经理的关系。那个林天虎进来后第一个扶起来的就是崔经理。孙小萌疑惑地转过头去询问崔志远到底认不认识林天虎。崔志远当然不认识，但是为了面子他还是说道，我虽然不认识，但是有个朋友却跟他很熟，也许是我朋友跟他提起过我，所以刚才认了出来。兰兰不禁询问道，崔经理，你那个朋友到底是做什么的？路子这么野，连虎爷都要给他面子。崔志远哪有什么朋友，只好轻咳两声掩饰一下尴尬，然后表示自己朋友是做国外贸易的，一年都难得回来几趟。此举却把陈平逗乐了，没想到这小子还挺能装的。但是他也没有拆穿，而是带着王涵涵离开了这里。之所以选择带着他，就是为了在不经意间让崔志远给他安排工作。如今目的已经达成，陈平提醒道，明天别忘了来公司报道。王涵涵脸上充满了幸福感，以后就可以天天和陈平哥一起上班了。他甜甜的嗯了一声，而陈平还不知道，因为他和王涵涵的关系让他即将惹上一场大麻烦。男人只是摸了下女同事的头，就被上司用手机拍了下来。上司这么做的目的却不是为了罚款，而是为了升职加薪。原来男人的身份并不简单，甚至引起了公司总经理的注意。因为昨晚聚餐喝了太多的酒，导致崔志远早上迟到了。陈平借机嘲讽道，不愧是公司的精英，居然这么早就来上班了。崔志远满脸的不爽，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别忘了我才是经理，闲得很是吧？那好，你们组今天的任务就是收回三分之一的欠款，要不回来你就等着滚蛋吧。陈平却懒得理会他，心里不禁暗想，就算你这废物不说，我也要帮雨琦把所有欠账都要回来。不久后，孙小萌带着王涵涵来到了崔志远办公司，让他在王涵涵的入职申请上签个字。崔志远随意的签过名字之后，便让孙小萌带王涵涵熟悉一下情况，自己先补个觉。王涵涵谢过崔志远之后，便和孙小萌离开了办公室。他俩还没走远，邢总便向着办公室内走去，刚一进来就皱起了眉头，因为恰好看到崔志远正在睡觉，于是便重重的敲了敲桌子，叫醒了崔志远。崔志远迷迷糊糊的坐了起来，谁呀？进办公室不知道敲门吗？当看清来人是邢总后，他瞬间慌了，自己摸鱼竟然被总经理给抓住了。邢总却拿起桌子上王涵涵的资料询问，这个人是谁？我之前怎么没见过？崔志远急忙解释，王涵涵是陈平的女朋友，今天刚入职。邢总有些狐疑的看向他，陈平的女朋友？崔志远虽然不知道邢总问这个干嘛，但还是说出王涵涵昨天和陈平一起聚餐的事情。邢总闻言面色一喜，激动地拍了拍崔志远的肩膀，很好，你找个机会记得多拍一些他们之间亲密的照片。而与此同时，张同建将一份资料递给陈平，表示资料上的孟老板就是咱们组最大的债主，已经两年半了都没人能把钱要回来。陈平却看都没看资料一眼，很好，就拿这家伙开刀，搞定他今天任务就算完成了，回来刚好不耽误吃饭。张同建闻言却害怕不已，不确定的询问，就我们两个吗？陈平不在意的笑了笑，你害怕了？没事，我一个人去就行。就在陈平准备离开之时，王涵涵却从身后喊住了他。陈平疑惑的转过头来，怎么，你也想跟我一起去？王涵涵却劝陈平千万不要去，他刚刚问过孙小萌，之前去讨债的销售员都被打了回来。陈平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没关系的，你要相信我。见到陈平非要去，王涵涵便决定和他一起，毕竟要账这种事女人也有一定的优势，王涵涵能有这份心，陈平十分的开心。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察觉到了什么，转头看向一旁，只见崔志远对着他俩拍了一张，随后又假装若无其事的打起了电话。陈平懒得理会这种跳梁小丑，正准备离去之时，张同建也鼓起勇气赶过来，表示要一同前往，毕竟两人是一个组的，到时候因为自己不去，陈平出了什么事的话，自己良心上会过意不去。没过多久，三人就来到了一处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台球厅，刚进门就能闻到一股酸臭的味道。此时场中正有一群人在打着台球，一名机关头看到三人走来，便询问他们来做什么。陈平礼貌地说道，我们是新宇日化的，来找孟老板。机关头却摆了摆手，要账的呀，孟哥不在，你们下次再来吧，我们还要打球呢。就在这时，一道略带韵味的女声传来，亮子，孟哥让他们上去。来人是一名身穿红衣的金发女子，她先是盯着陈平几人看了看，随后掩嘴笑道，有意思，你们跟我来吧。很快三人就见到了传说中的孟老板，从他的坐姿便能看出，这孟老板恐怕也不是什么好相处的人。只见他笑着看向三人，新宇日化的事吧？陈平不悲不喜地说道，是的，关于之前拖欠的贷款，谁知孟老板却摆了摆手打断了他，
欠你们的钱我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我这人不喜欢跟男人打交道，想要钱容易，我只跟这位女士谈。而一旁的女人也在其说话之时将一摞摞的钱展示了出来，显然是证明他们有这个实力，并不是乱说的。孟老板笑着继续说道，至于你们两个，现在就给我滚蛋。男人只是挥了挥手，身旁的女人就弯下腰来，随后从桌子下拿出了50万。男人笑着看向要债的人，你们两男的可以出去了，那个女的留下来和我谈还钱的事情。陈平却径直来到他的身前，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孟老板不禁笑了起来，看来你是想跟之前那些人一样被打回去吗？陈平拿起桌上的烟灰缸，随手便将其捏成粉末状，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但是孟老板却丝毫不惧，他手上青筋暴起，猛地拍桌而起，然后使出一式猛虎扑山，直奔陈平而去。谁知他这势如破竹的一击却被陈平轻松拿捏，伴随着陈平手中用力，孟老板更是疼痛不已。一旁的女人也被吓了一跳，从没见过孟老板吃过这么大的亏，他急忙跑去楼下叫人。陈平却没有理会他，吩咐王涵涵和童剑去拿钱。王涵涵刚拿到钱，一群人便涌上了楼梯。你们居然敢对孟哥下手，找死！陈平却加重了手中的力道，让你的人让条路出来。孟老板顿时感觉自己的手都要断掉，急忙吩咐小弟们让路。陈平却吩咐童剑和王涵涵带着钱先回公司，自己需要处理点事。王涵涵还有些犹豫，张童剑劝说道，咱们留在这里只会拖累陈哥，还是先走吧。王涵涵也明白确实如此，只好拍了拍陈平的肩膀说道，我马上去搬救兵回来，你一定要挺住。说罢他和张童剑快步离开了这里。待两人走远后，陈平才从口袋拿出一根棒棒糖，优雅地撕开外面的包装。孟老板没想到这货竟然这么拖大，吩咐小弟们动手。瞬间一群人乌泱泱直奔陈平而来，陈平却不慌不忙地将棒棒糖取出，随后手指轻弹，手中棒棒糖直奔小弟额头而去，其强大的力道竟将小弟瞬间击飞。不过两分半的时间，陈平就完成了清场。随后他大刀阔斧地坐在了主位上，你说你欠谁钱不好，非要来欠我的，我这人最讨厌的就是欠钱不还了。孟老板惊慌中带着懵逼，我欠的不是星宇日化的钱吗？怎么就成你的了？陈平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星宇日化是苏家大小姐苏雨琪的公司，而苏雨琪是我的女人，你说你是不是欠了我的钱？孟老板突然想起来了，陈平就是当初宴会上古老身边的那位陈先生，这年轻人来头大的吓人，是真的可以将他废掉的存在。急忙跪在地上祈求陈平饶命，他求了半天发现面前似乎没有动静，抬起头再看时，发现陈平已经不见了踪影。原来陈平已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此时正准备打车回公司，却刚好遇到了返回来的王涵涵。见到陈平完好无损，王涵涵开心地直奔他而来，然而陈平却猛地一惊，随后他瞬间消失在原地，来到王涵涵身边将他一把搂住，紧接着右手探出，顿时一道能量护盾竖起，挡住了疾驰而来的汽车。原来刚刚这辆车差点撞向王涵涵，幸好陈平反应快将他救下。司机探出头大骂，没长眼睛啊，这可是红灯。陈平懒得和他计较，牵着王涵涵离开了这里。而等两人走远后，司机这才发现他的车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巴掌印，这让他直呼见鬼了，开着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另一边的办公室中，崔志远正想找陈平麻烦，却发现找不到，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陈平去找孟老板要账去了。崔志远先是一愣，随后笑了起来，这个陈平想表现自己连命都不要了吗？他要是能把钱要回来，我这个经理给他当。谁知他话音刚落，张童剑就拎着箱子跑了进来，他气喘吁吁地喊道，崔经理，账要回来了。崔志远顿时尴尬不已，自己才刚吹完牛就被疯狂打脸。没过多久，陈平和王涵涵也回到了公司，崔志远诧异地看向陈平，你居然没被打。陈平淡淡地表示，哪有债主反被欠债的人打的道理。崔志远一把拿过欠款，既然你这么有本事，以后公司的欠款就都交给你了，任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恐怕都不会答应。陈平却冷笑一声，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去收。与此同时的某家咖啡厅中，邢经理拿着一束玫瑰花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人，很快苏雨琪就推门走了进来。邢经理急忙招手，雨琪，这里。她是全城首富的独生千金，却为了一个刚出狱的男人沦为了卑微的舔狗，即便将这个男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照片摆在她的面前，她也会大骂拿出照片的人恶心，而不会感觉是自己心上人的错。就在苏雨琪赴约来到餐厅时，看到邢军面前的玫瑰花，他的脸上露出一抹不悦之色，随后语气冰冷地询问邢军找自己到底有什么事。对于苏雨琪冷漠的态度，邢军流露出紧张之色，声称自己只是好久没见他了，想单独请他吃个饭。苏雨琪闻言站起身就要离开，语气更加的冷漠，邢经理，下次请不要再以这种无聊的理由叫我出来。邢军见状急忙拿起桌上的玫瑰花，随后单膝跪地卑微地说道，雨琪，你是知道我心意的，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吗？苏雨琪冷漠地瞥了他一眼，眼神中带着一抹嫌弃，邢军，我希望你弄清楚自己的定位，你是苏家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应该把心思放在工作而不是我身上。邢军也是怒了，自己追求苏雨琪这么久，他竟然敢这么对自己，你宁愿跟劳改犯在一起
也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你真的了解陈平是什么样的人吗？他早就有女朋友了，你知道吗？说完，他将一摞照片狠狠拍在桌子上，而照片上正是陈平和王涵涵在一起的样子。谁知苏雨琪仅仅是拿着照片看了看，反手就给了邢军一巴掌。你以为偷拍这种照片我就会接受你？这只会让我觉得恶心。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遭受如此对待的邢军内心充满了愤怒，他的眼神中多了几分怨毒。苏雨琪，这是你逼我的。很快，正在上班的陈平就接到了苏雨琪的电话。听闻他询问自己在哪，陈平犹豫了一下，声称自己在家呢。苏雨琪咬牙切齿地说道：“在家？好，那你就在家待着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这让陈平一脸懵逼，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惹苏雨琪发这么大的火。想不明白，陈平索性就不行了。这时他突然发现办公室的人似乎正在议论着什么。陈平笑着凑上前去：“什么事这么热闹啊？”孙小萌嫌弃地挥了挥手，赶紧回去工作。刚刚苏董来了，进了办公室也不知道找志远说什么。你等下可别被逮住，连累了我。苏董是指苏雨琪吗？陈平疑惑地问道。孙小萌却赶紧捂住了他的嘴巴：“你想死啊？苏董的名字也是你能直接叫的吗？要是让人听见了不得害死了。”王涵涵也在他身后劝道：“陈平哥，要不咱们还是先回去工作吧。”此时的崔志远正在办公室睡觉，迷迷糊糊地感觉到有人进来了，眼睛都没睁开地说道：“小萌，你来得正好，来帮我按下头，中午喝了点酒难受死了。”苏雨琪一脸的怒意：“你是想让我给你按摩？”只听咚的一声巨响，崔志远径直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他的酒也立刻醒了过来，悻悻地说道：“苏董，您怎么来了？我要是不来，销售部恐怕要成为你的私人会所了吧。”崔志远急忙笑着解释自己是因为应酬所以才。苏雨琪却径直坐在了椅子上，打断了他的解释：“废话少说，去把陈平叫过来。”崔志远一脸懵逼：“陈平？怎么，你们部门的人你这个当经理的不认识？”崔志远能看出苏雨琪心情不太好，急忙笑着表示现在就去叫人。说完他慌慌张张地逃离了办公室。没过多久，陈平就出现在了办公室。此刻他的内心很慌，但依旧摆出一副笑脸来掩饰内心的慌张。苏雨琪恼怒地看向他：“怎么，你不是说你在家吗？”陈平笑了笑：“对啊，你的公司对我来说不就是第二个家吗？”男人暧昧被女友抓到，他不仅不慌，反而向女友介绍起暧昧对象，竟不知不觉间让女友接受了暧昧对象。就在刚刚，苏雨琪将陈平叫到了办公室，看到陈平带着笑意的脸，苏雨琪就恼火得很：“你不是说你在家吗？”陈平却摆了摆手表示：“公司对我来说不就是第二个家吗？很合理吧？”苏雨琪紧接着拿出王涵涵的照片：“那你解释一下这个人是谁？”陈平接过照片：“王涵涵了，王涵涵是谁？”苏雨琪凑到陈平脸前：“一个朋友了，是什么样的朋友？”苏雨琪将脸又凑近了几分，陈平却笑了笑：“真想知道。”然后他缓缓靠近苏雨琪，等待了两秒才说道：“只是邻居而已。”见苏雨琪不太相信，陈平便拉起他的手来到窗边，然后突然说道：“如果你欠了一屁股债，对方的秃头大叔要你陪他吃顿饭，就可以免去债务，你干不干？”苏雨琪表示他当然不干。陈平看着王涵涵继续说道：“他是我多年前的邻居，最近重新搬了回来，他被人骗着欠下了巨额债务，而对方说只要他陪人一起吃饭就能免除债务。事情当然并没有那么简单，对方所图的可不仅仅是吃饭，还好那天他遇到了我。”苏雨琪内心的气也消了一大半，但还是不满地说道：“那你就英雄救美了。”陈平反问：“那我看着他被秃头拖走了。”苏雨琪也知道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此时再看王涵涵，他内心只剩下了同情。这时陈平询问起照片是谁拍的，苏雨琪也明白了陈平的意思，不过他觉得这点小事自己能处理好，就不用麻烦陈平了，但是有些埋怨陈平来自己公司怎么不说一下，早知道就把公司总经理的位置给他了。陈平却表示大可不必，自己来上班就是个幌子，主要是让父母安心。苏雨琪突然想到，难不成前段时间伯父伯母突然从盘龙湾搬走，也是邢军那个家伙干的？陈平疑惑道：“邢军是谁？是的总经理吗？”苏雨琪解释起邢军的身份，陈平这才明白为什么邢军总是针对自己，不过自己也不是那种会受委屈的人，决定找机会把这货教训一顿。误会解开之后，苏雨琪也转怒为笑，又简单的聊了一会便离开了公司。谁知他刚走没多久，崔志远就猛地推开房门：“陈平，苏董跟你说了什么？”陈平懒得搭理他：“想知道你就自己去问他。”崔志远顿时气急败坏地骂道：“别以为你把那些坏账要回来就能骑在我脖子上作威作福，我迟早要。”然而还不等他说完，陈平就自顾自地离开了，留下崔志远在办公室暗暗生气。就在公司即将下班的时候，邢军却突然来到了销售部，他笑着说道：“最近销售部的业绩非常不错，我决定请大家吃顿饭，务必全部都到，地点贤和庄。贤和庄可是跟大富豪酒店一个级别的地方。邢总万岁！”这下大家都有口福了，众同事们欢呼不已。苏小萌则是对崔志远说道：“你这次吃饭的时候可要表现好，说不定就能调去采购部当经理，那可是真正的肥差。”崔志远也郑重地表示：“放心吧，我一定努力，到时候在盘龙湾买一套房子，
做我们的婚房。只有陈平面无表情地跟在众人身后，他知道行军恐怕准备出手了，自己倒是想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当众人来到停车场时，孙小萌开车来到两人身旁，热情地喊王涵涵上车。王涵涵也没有多想，说了声谢谢便向车上走去。孙小萌却略有深意地笑着，跟我你客气什么呢。说话间他猛踩油门，汽车直接飙了出去。王涵涵这才反应过来，陈平哥还没上车呢。孙小萌却表示后面还有那么多车呢，让他随便坐一辆就行了。然而事实却是根本没人敢带陈平。崔志远嘲讽道，你这人缘是真的差呀。说罢便开车扬长而去。陈平拿出手机刚准备叫车，这时林天虎却赶了过来。原来之前陈平安排他去收账，他已经全要回来了，但是因为公司的财务下班，所以自己就带着钱准备送过来。陈平却表示钱的问题先不急，你来的正好，我现在缺个司机。林天虎一脸懵逼，怎么回事，自己怎么就成司机了。而与此同时的贤和庄，行军找到了贤和庄的老板熊哥。熊哥，我想让您帮我处理一个人。男人拿出100万请杀手，却被杀手拒绝。只因行军想让熊哥在贤和庄杀了陈平，熊哥却老神在在地表示，贤和庄可是我们帮里的重要产业，在这里出手的话得加钱。行军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当即表示事成之后再单独给熊哥50万。闻言熊哥也是满意的笑了，表示他等下会派人去料理陈平的。不久后一辆豪华比亚迪来到了贤和庄，林天虎担忧地看向陈平，这里可是赤龙帮的产业，帮主您打伤了冯四海，恐怕。陈平却表示没关系，和自己动手吃亏的只能是他们。然而他刚从车上下来，孙小萌就惊呼道，你刚才是从那辆豪华比亚迪上下来的。陈平不以为意地说道，朋友的车正好遇上了。这时陈平看到了一旁的崔志远，他笑着询问道，崔经理，咱们打车是不是可以报销啊。崔志远有些不太确定地看向刚刚离开的豪华比亚迪，你是从那辆车上下来的。王涵涵在一旁说道，陈平哥刚才可是坐朋友的豪华比亚迪过来，我和小萌姐都看到了。崔志远此时脸上的表情可谓是相当复杂，你打车过来也不能打豪车吧。陈平见他这副模样也不再选择逗他，摆了摆手表示不用他报了。很快众人便走进了宴会厅，陈平淡定自若地走向主位坐下，这可把崔志远吓了一跳，给我起来，这个位置可不是给你坐的。陈平反问道，你凭什么让我走开。崔志远脸上怒意更甚，就凭我是销售部的经理，整个销售部我说了算，别以为我不敢开除你，销售部里可是我最大。话音刚落，行军便突然推门而入，场中气氛瞬间凝固。崔志远尴尬地站起身来，行总您坐。行军坐下之后先是看了陈平一眼，然后淡淡地说道，我刚才好像听你说销售部你最大。崔志远急忙笑着掌嘴，表示自己开玩笑的，当然是行总您最大了。行军摆了摆手阻止了他，语气不咸不淡开口，知道就好，大家都坐吧。这时陈平看向行军，行总我坐这里应该不委屈你的身份吧。行军还没说话，崔志远就抢先说道，行总这家伙脑子有病，您别跟他计较。行军笑了笑，没事就让他坐呢，不过年轻人刚过一时的道理不知道你听过没。陈平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依旧针锋相对的表示，多谢行总提醒，不过我这人打小就骨头硬，跪不下去，所以宁折不弯。陈平你也不想想，如果不是行总你能进公司吗？不感恩也就算了，还敢用这种语气。崔志远如同狗一样在一旁怒斥陈平，紧接着他就狠狠地挨了一巴掌。正是陈平出手了，他表情森冷地盯着崔志远，看在孙叔的份上，这一巴掌算是个教训，如果还有下次，你的脑袋就不一定在脖子上。崔志远顿时愤怒不已，不明白陈平为何如此嚣张。不等他仔细思索，陈平却动了，因为他懒得和这群人浪费时间，当即拉着王涵涵就要离开这里。他知道行军肯定做了部署，想要针对他，可令他没想到的是，直到两人走出酒店都没有遭遇到麻烦。原来熊哥本想针对陈平，但是当他看到那张脸后便再也没有了想法，他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他们帮主冯四海被眼前这个年轻人虐得有多惨。不久后陈平和王涵涵便来到了一条小吃街，两人随便找了一家摊位坐下。王涵涵忍不住询问道，陈平哥你之前坐的那辆豪华比亚迪是你朋友的吗？陈平笑了，他知道王涵涵在想些什么，你这丫头是不是以为我是故意买通那个司机做戏给那些人看的。王涵涵略带埋怨地说道，我只是觉得没必要为了跟他们斗气这么过分。陈平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放心吧，崔志远还不配让我这么重视。王涵涵闻言也相信了他的话，不禁感慨道，没想到陈平哥你还认识这么有钱的朋友。陈平笑着表示，可惜我那个朋友年龄太大，要不然我就介绍给你了。王涵涵脸红地表示自己才不要呢。陈平却不依不饶地继续说，虽然年纪大点但还没秃，别担心。尽管知道陈平是在开玩笑，但王涵涵还是被气得不行，只能转身喊道，老板来两箱啤酒。酒过三巡之后，王涵涵的话也变得多了起来，陈平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吗？每次有人欺负我你都帮我出头，那时候我老是躲在你身后。说着说着，王涵涵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就端着酒杯喝了起来。这时一个穿着时尚的女人突然来到两人桌旁，涵涵真的是你，我差点没认出来。
女人为了做公关经理，骗家里人说自己在国外工作，谁知却在接待客人的时候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对于能在这里见到吴凡，王涵涵也很是意外，于是两人便热情地聊了起来。吴凡突然提起，明天的同学聚会你去吗？王涵涵一脸懵逼，自己怎么没听过什么同学聚会，没通知你吗？吴凡紧接着便反应了过来，也难怪，这次聚会是张淼操办的，他现在跟冷冰好上了。陈平隐隐感觉王涵涵和冷冰之间可能有故事，便询问冷冰是谁。王涵涵神情低落地说道，冷冰就是我以前的男朋友，就是那个骗你去借高利贷的混蛋。吴凡闻言也是激动了起来，那家伙还骗你的钱，我早就跟你说过他不是什么好东西。王涵涵将头撇向一旁，脸上带着一丝强装出来的冷漠，我现在跟那个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同学会我就不去了，你也别跟他们说见过我。谁知陈平却突然开口，咱们干嘛不去啊，这个同学会必须参加。王涵涵看到陈平满脸的笑容，便猜到了他的想法。陈平哥，你该不会是想帮我报仇吧？陈平却没有多说，只是淡淡的表示，明天我陪你去混一顿饭吃。就在这时，一个浑身散发着酒气的胖子走过来，他径直来到吴凡身后，紧接着便满脸怒意，随后一把抓住吴凡的头发，老子花10万请你来陪我喝酒，你居然在这陪别人，是不是把我当空气啊？突然被打的吴凡并没有生气，反而谦卑地向男人道歉，肥哥，我遇到朋友就多聊了两句，不好意思，我马上就跟你过去。王涵涵却看不下去，你这人怎么打人，给我朋友道歉。肥哥笑了，小丫头胆子不小啊，敢这么跟我说话。说着他便伸手向王涵涵摸去，准备教教王涵涵规矩。这时吴凡急忙靠近他，肥哥，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这就跟你走，想怎样都行。肥哥却一把推开了吴凡，此时的他显然对王涵涵更加感兴趣，看着面前青涩中带着魅力的王涵涵，肥哥的笑容越发满意，本大爷就喜欢你这样。说话间他慢慢的向王涵涵逼近，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脑袋一疼，短暂的眩晕感让他径直向地上趴去，原来是陈平刚在他身后出手。肥哥恶狠狠地看向他，你死定了，今天你要是能活着走出这条街，我以后名字倒着写。对于他的威胁，陈平丝毫没有放在眼里，嘴中还愤怒地骂了两句。肥哥突然大喊道，你们这群混蛋，看到我被打了还不赶紧给我过来。话音刚落，十几个人便向着这里赶来，很快就将陈平几人围了起来。见到兄弟们都到了，肥哥又开始嚣张起来，我在玉华街这么多年，要是连你个年轻人都收拾不了，以后还怎么混。见状吴凡急忙上去替陈平求饶，谁知肥哥却掐住他的脖子，都现在了，你还要为这个家伙说话吗？吴凡继续祈求道，肥哥，我是真心为你好，要不我跟他商量下，让他赔点钱。闻言肥哥一把放开吴凡，赔钱？那你说说看，我的脑袋你们准备赔多少？吴凡看向陈平，询问他能出多少钱摆平这件事。陈平缓缓地伸出一根手指，这个数怎么样？才10000块，你打发叫花子呢？肥哥脸上出现了一抹怒意，陈平却摆了摆手表示并不是10000块。肥哥的脸色缓和了几分，10万块那也不够。吴凡急忙劝道，肥哥，10万块已经不少了，一般人哪能一下子拿出更多的钱。肥哥还是有点咽不下这口气，10万块就想摆平打我脑袋这件事，想得太美了。陈平继续摆了摆手，也不是10万块。肥哥瞬间有些异动，难道是100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是勉强可以接过这件事。陈平没有接话，反而是弹飞了手中的硬币，硬币在空中飞行一圈后，稳稳地停在肥哥的面前，而上面的面额赫然是1块钱。城市角落的某夜市中，突然涌现出一位神秘的修仙者。就在那1块钱硬币落在肥哥面前时，他终于知道面前的年轻人一直在耍自己，当即吩咐手下们动手。然而陈平却丝毫不惧，只见他左手五指攥紧，随后猛地抬手指天，顷刻间天空中无数建筑碎片落下，而这些碎片竟然精准地落在那群小弟身上。转瞬之间，肥哥的小弟们竟然全部倒下。肥哥满脸的难以置信，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陈平却缓缓地凑近了他，声音中带着一股莫名的威压，现在你还想弄死我吗？胖子将手伸进口袋，想要拿手机求援，陈平却突然抓住他的手，别说我不给你机会，今晚就把你能叫过来的人都叫来，我看有谁能保住你。雷哥虽然有点震惊陈平的手段，但是他依旧决定继续求援。小子，你等着，等熊哥来了，你有100条命都不够。陈平无所谓的坐了下来，放心吧，今晚你叫的人不到，我哪都不去。吴凡在一旁劝道，让你男朋友见好就收吧，赤龙帮的人咱们惹不起。王涵涵也是担忧的上前说道，要不我们先走吧，今天太晚了。陈平自然明白他在担心什么，放心吧，我留下来是跟他们讲道理，又不是真的要打架。说着他看向吴凡，麻烦你将涵涵送回去。谢谢了，吴凡笑着回应道，放心，交给我吧，你要是瞧着不对劲就赶紧跑，别自己死撑。尽管王涵涵还有些担忧陈平，但是明白自己在这里只能是陈平的累赘，只能被吴凡挽着慢慢的向家走去。没过多久，一辆虎头奔就来到了这里，穿着时尚的熊哥自信的走了出来。肥哥急忙向他躬身行礼，
熊哥脸上露出几分不耐，瞧你这模样，丢不丢人？你说的那个闹事的人呢？肥哥当即指向一旁坐着的陈平。恰巧此时陈平也转头看来，熊哥瞬间脸色大变，自己才把这瘟神送走，怎么又碰上了？一旁的肥哥并没有注意到熊哥的表情，依旧告状道，那小子身手有点邪门，我手下都被他给收拾了。陈平此时缓缓来到两人身旁，熊哥，看来我们还真是有缘分了。熊哥哪敢托大，急忙抱拳道，陈先生说笑了，是在下管教属下不严。陈平意有所指的说道，你这属下口气可是很大的，说我要是遇上你一百条命都不够用。熊哥闻言瞬间冷汗直冒，随后一脚踹向肥哥，你这个废物，还不快给陈先生跪下道歉。虽然知道对方是面子功夫，但是陈平依旧很是受用。好了，不用在我面前演戏了，在你们帮主把他那个师傅找来之前，我是不会对你们出手的，不过你们要是自己不长眼，我也不会客气。说完陈平便扬长而去，只剩惊魂未定的熊哥还站在原地。许久之后，肥哥才颤颤巍巍地询问那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人。熊哥却又踢了他一脚，给我记住他这张脸，以后见到他就给我躲得远远的，连帮主都被他打伤，你今天能活着就烧高香吧。而另一边，王涵涵却并没有回家，因为担心陈平的安全，便一直在他家门口等着。这时陈母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涵涵，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陈平那小子呢？王涵涵摆了摆手，叔叔阿姨，我在这里等他呢，你们先回去吧。陈父一脸的恨铁不成钢，这个兔崽子干嘛去了？本来还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的。王涵涵一脸懵逼，什么惊喜？只见陈父真而重之的拿出了一辆汽车钥匙，原来是两家感觉王涵涵和陈平上班坐公交不方便，于是两家就凑钱买了这辆二手车。陈父看向王涵涵感慨地说道，这车子你妈也有出力，算是我们一起买的。王涵涵瞬间小脸通红，自己和陈平哥的关系好像又近了一步。陈父拉过王涵涵的小手，将车钥匙塞给了他，我们都老了，以后的日子还要靠你们两个。就在这时，陈平终于回到了家里，这么晚了，你们站在楼下聊什么呢？王涵涵急忙扑上前去查看陈平有没有受伤。陈平笑着表示自己没什么事，不过这个车是怎么回事？当得知是父母替自己买的车时，陈平的眼里充满了感动，他郑重地表示，这车挺好的，我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了，以后不会再让你们操心了。陈父悄悄地拉过陈平教育道，涵涵的意思你应该看出来了，你以后可要好好对人家。陈平也知道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看来要找个机会，有必要跟涵涵说清雨琦的事了。男人表面是刚毕业就取得成功的富二代，随便出手就是几万，实则却是个欺骗前女友贷款100多万的混蛋。然而他的同学们却并不知情，如同舔狗一般疯狂讨好他，冷冰很享受这种被人崇拜的感觉，嘴角的笑容比 AK 还要难压。然而他却不知道他的生活即将迎来地狱。当陈平带着王涵涵来到同学聚会时，吴凡明显一愣，你昨晚没有挨打吗？陈平十分装杯地表示，区区赤龙帮的人还奈何不了我。吴凡对此明显不信，只当是陈平跑得快没被追上，鄙夷地说道，你就吹吧。随后将王涵涵从陈平身边拉开，让自己的好闺蜜远离这种喜欢吹牛的男人。陈平对此也感到无奈，没想到自己说真话对方反而不信。当三人来到包厢时，一群人正围着冷冰有说有笑，人们纷纷夸赞王淼运气好，找到了冷冰这么优秀的男朋友。对此心怀鬼胎的两人都是笑得合不拢嘴，十分享受大家羡慕的眼神。因为同学们夸赞的实在太热情，冷冰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他假装谦虚的摆手道，都是大家抬举，混口饭吃而已。这时吴凡举手热情的和众人打起招呼来，王涵涵自然是一眼就看到了冷冰，冷冰这时也看到了王涵涵。两人短暂的对视之后，王涵涵似乎又想到了之前的伤心事，将头别了过去。然而总有贱人不愿意放过他，只见王雨田大喊道，大家快看啊，这不是兵哥的前女友王涵涵吗？居然还来参加同学聚会。吴凡一把抓住他的手，愤怒地呵斥他发什么神经。就在两人针锋相对的时候，冷冰笑着走了出来，好了，今天是大家聚在一起叙旧的日子，谁都不要提以前的事了。其实他也有些心虚，生怕王涵涵将自己的事给抖出来，还好大家都暂时不想闹得不太愉快。当众人落座之后，王淼却突然凑到王涵涵身边，涵涵，这是谁啊？同学聚会带陌生人过来不太好吧？陈平笑着介绍起自己是王涵涵的朋友。王淼语调提高了几分，男朋友啊，在哪里高就啊？王涵涵表示，我们现在一起在销售公司工作。王淼依旧笑盈盈地说道，哪家公司啊？现在愿意招劳改犯的公司可不多。这句话可谓是想要当众打陈平的脸了。吴凡不禁质问王雨田，是不是你又在乱嚼舌根？王雨田却淡淡地表示，这怎么能叫嚼舌根呢？我只是说实话罢了。王淼则是继续嘲笑道，说实在的，一个坐过牢的烂人和一个欠高利贷的还挺般配的，哈哈哈哈。而他的笑声也引起众多同学们的附和，毕竟在他们眼中，王涵涵和陈平这种人是可以随意踩踏的存在。听到周围人毫不留情的嘲笑声，王涵涵害怕的想要捂住耳朵，但是任凭他如何捂住耳朵，那嘲笑声如同有魔力一般，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之中。他站起身就要离开这里，一秒都不想再待下去了，然而陈平却拉住了他，语气温柔地说道，饭还没吃呢，怎么就走了？王涵涵娇嫩的脸颊上已经沾满了珍珠，
他还是选择相信陈平哥，暂时留了下来。王淼在一旁继续补刀道：“别怪我没提醒你们，这里的韭菜可不便宜哦。”陈平径直挡在他的面前：“放心吧，这点钱我们还出得起。”王淼见状也不再多说什么，韩冷冰叫人上菜。只见冷冰十分装的拍了拍手，转瞬之间，一道道看起来就十分昂贵的菜肴被端上了餐桌。冷冰虚按左手，笑着说道：“知道大家刚毕业都不容易，只要喊我一声冰哥，敬我一杯酒，份子钱就由我出了。”此言一出，众人纷纷向冷冰敬酒。冷冰应付了一圈之后，将目光看向坐在那里的陈平：“兄弟，你怎么只吃菜不喝酒？”陈平却径直将酒倒在了桌子上：“这酒辣嗓子，我喝着咳嗽。”冷冰身子前倾，笑着用手指点着桌面：“这可是我专门带来的毛子，你居然喝不惯。”王淼在一旁说道：“真是个奇葩，居然还在我们面前装起来了。”冷冰也是笑了起来：“你还真是个人才，怪不得能忽悠住王涵涵。”陈平却掷地有声地表示：“跟你比还差得远，骗了女人的钱，还在这大摇大摆的装大方。”冷冰面色一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给他一个请同学吃饭的机会，他可以把所有同学都送进监狱。本是一场朴实无华的请客，陈平却突然抓住他的手腕，伸手就要取下他的手表。冷冰不禁慌了起来：“你想干什么？”陈平却不屑地表示：“一块假表而已。”大惊小怪的周围同学闻言诧异地说道：“冰哥，你不会是被骗了吧？”听到同学都帮自己把借口想好了，冷冰急忙尴尬地说道：“对对对，肯定是被骗了，花了几十万居然给我一块假表。”为了防止陈平再捣乱，他一把揽住陈平的肩膀：“陈兄弟，你刚才说这酒太次了，你想要喝什么随便点。”这小子终于上套了。陈平不禁笑了起来：“来瓶白兰地吧。”冷冰闻言转头喊道：“一瓶太少了。”服务员：“来十瓶。”陈平笑得更开心了：“很好。”服务员：“全部打开。”很快几名服务员就将所有的酒开了，冷冰这才慌了起来，额头上冷汗止不住的狂冒。本想小小的装一下，到时候喝个一两瓶就说喝不下了，然后退掉，没想到陈平竟然全部开了。陈平看了看他：“怎么，心疼了吗？”事到如今，冷冰只能硬着头皮表示：“一个月的零花钱而已，我怎么可能心疼这点钱。”陈平笑着端起酒杯尝了一口：“这酒还挺好喝的。”实则心里暗想：“看我坑不死你。”很快众人推杯换盏之间就吃完了这顿酒席。当冷冰去结账时，才发现这笔酒席竟然高达210万。冷冰回头看了一眼陈平：“每人15万，你们三个一起出45万就可以了。”陈平却稳如老狗，让王涵涵送吴凡先回去。见到王涵涵不肯动，反而一脸担忧地看向自己，陈平便在他耳边小声说道：“你忘了上次欠款的事了吗？总之相信我就对了。”闻言王涵涵这才带着吴凡先走。冷冰大声地嘲讽道：“你让他们这时候走，该不会是想赖账吧？”“赖账？哈哈哈，我根本就没有欠账，怎么能说赖账呢？”陈平笑得格外开心。然而冷冰却怒了：“你果然是想吃霸王餐。”陈平却指了指收银台：“你不信的话就自己问问，我在这里吃饭用不用花钱？”然而当冷冰告知收银员陈平想吃霸王餐时，收银员却礼貌地回应道：“陈先生在本酒店的消费是一律免费的。”此言如同一道炸雷一般，让冷冰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几秒过后他怒了：“你坑我！”陈平嘿嘿一笑：“这还剩下165万，赶紧给吧。”见冷冰只是闹腾不想结账，收银员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这位先生，麻烦您结一下账。”没有办法，冷冰只好拿出了一张银行卡，然而这张卡却被提示余额不足。冷冰额头冷汗直冒：“不可能啊，今天明明有一笔贷款才到账。”然而这时收银员已经开始呼叫保安，很快一堆保安便冲了过来，将冷冰等人给团团围住。一旁的妹子急忙说道：“冰哥，要不把你的车先压在这里吧，至少也值100多万呢。”冷冰却无奈地表示：“那车是自己租的，不能压在这里。”闻言刚刚还对他恭敬有加的同学瞬间怒骂道：“没钱你装什么装，原来是个伪富豪。”就在冷冰即将被保安拖走时，他急忙大喊：“别动我，我可是认识你们老板的女儿。”保安们瞬间停住了身形，一时间有些犹豫。冷冰则趁机震开了他们：“你们的大小姐苏雨琪可是我的好朋友。”这时一名女人走近说道：“你认识苏家大小姐？不错，而且还很熟，经常一起吃饭。”冷冰一脸自信地表示。谁知他刚说完，陈平却笑了起来：“那你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谁吗？”冷冰瞳孔猛地睁大：“不会这么巧吧？”紧接着陈平的话就证实了他的想法：“他就是你口中的苏家大小姐苏雨琪。”苏雨琪却压根没理如同跳梁小丑一般的冷冰，径直向着陈平走来。陈平微微一笑：“这么晚了，你还来酒店做什么？要不是我听说你在酒店里吃饭，连见你一面都难啊。”陈平尴尬地挠了挠头，还好他让王涵涵先走了，不然就误会大了。“你这是在吃醋吗？”苏雨琪娇哼一声：“鬼才吃你的醋。”随后他气恼地捶了捶陈平的胸膛：“是我爸整天念叨着想让你来家里一趟。”陈平抓住他的小手表示：“最近有点忙，过两天吧。”苏雨琪顺势靠近了他的怀里：“我爸说是古老约你，似乎是为了你之前提过的灵笔。”陈平没想到灵笔这么快就有消息，便决定明天去一趟看看。见约到了陈平，
苏雨琪这才露出满意的表情，随后看看向周围的人，他们这是什么情况？收银员言简意赅地说道，吃霸王餐的。苏雨琪脸色一愣，全都报警抓走。众人纷纷露出了惊愕的表情，万万没想到自己只是参加个同学聚会就会被抓进去，